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六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我们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16年12月13日星期三。上午9:05至11:13，下午27至50:27，12月14日星期四，上午9:03至13:09，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委员、志扬等13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18人，列席官员。12月13日为行政院政务副秘书长何佩珊等人，12月14日为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等人，主席王召集委员玉敏。报告事项：12月13日部分，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12月14日部分，邀请总统府秘书长列席就总统府原住民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之任务及各任务编组相关预算执行情形进行专题报告，并被咨询。讨论事项：12月13日部分，继续审查委员郑天才等23人拟具促进转型正义、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等8案决议。委员廖国栋等27人拟具之第二案及第六案继续并案逐条审查。委员廖国栋等27人拟具促进转型正义、外来政权统治原住民族时期原住民受损权利回复及补偿条例草案等5案。一、委员廖国栋等5人所提修正动议，委员廖国栋等6人所提，前面是第六条，委员廖国栋等6人所提修正动议第14条均暂保留。二、第15条及第16条，12力量党团提案第17条及各案相关条次均暂保留。第17条、12力量党团提案第19条等相关条次均保留。暂保留。第18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18条及各案相关的条次均暂保留。第19条，委员廖国栋等27人提案第10条，委员廖国栋等7人所提修正动议第19条暂保留。第20条，委员廖国栋等27人提案第12条等相关之条次暂保留。第21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21条及各案相关条次，以及委员廖国栋等7人所提修正动议第21条暂保留。第22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25条等相关各案的条次，以及委员廖国栋等7人所提修正动议第22条暂保留。九、委员陈云等17人提案第19条，委员廖国栋等27人提案第11条、第13条至第15条。亲民党党团提案第16条及第18条，委员孔文吉等32人提案第21条均不予采纳。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章至第5章章名及第20条、第22条至第24条条文均暂保留。本案另定期继续审查，另第1案、第7案及第8案均另定期审查。提案一案 A 案决议通过。提案一案 B 案决议不通过。提案 C 案决议照案通过。12月14日星期四部分，审查201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总统府主管（不含中央研究院）主管收支部分。本日会议由委员吴志扬等15人提出质询，委员廖国栋提出书面质询决议，已报告及询答完毕，另定期继续审查。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审查会委员针对今日议程所列讨论事项，有关总统府主管收支部分，有任何增删预算提案、决议或附带决议，请于12月25日下午5时前送交本会，以便预先会诊作为协商处理之依据，于时不予受理。宣读完毕。好，那我们议事录等一下再来确认。那我们现在先介绍今天列席的官员以及在场的委员。
那今天列席的由我们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吕秘书长，司法院刑事厅厅长邱瑞祥邱厅长，还有我们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真茂郑副主委，金管会法律事务处副处长李玉德李副处长，谢谢。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立群王副局长，法务部法制司检察官蔡立清蔡检察官，谢谢。经济部商业司副参事朱一平朱副参事，财政部库务管理组组长陈小玲陈组长，原住民族委员会土地管理处专门委员陈乃荣陈专委。好，那我们现在在场的委员有我们段宜康段委员、叶宜津叶委员和我们吴玉琴吴委员。好，那我们现在出席的委员也已经有足够哈。那我们先来确认议事录，那就刚刚议事人员宣读的议事录有无错或遗漏。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就确定。那我们今天排定的议程是：一、审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委员吴玉琴等20人拟具《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三、审查委员蔡益瑜等16人拟具《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四、审查委员张廖万坚等19人拟具《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第7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我们现在先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发言时间5分钟。我们先请提案人吴玉琴委员说明。主席，谢谢赵委好。我这边提出了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的一个再次修订哈。我知道我们《消费者这个债务清理条例》是在1997年4月11号实施，以国家的资源来协助我们债务人重生、解决社会问题，算是往前跨了一大步啊。但是由于法官还有我们司法事务官对于该条例的精神及卡债主的社会处境不甚了解，造成我们更生通过的比例只有25%，清算免责的比例也仅有9%。哦，那远远低于日本再生通过的比例，大概85%到92%哦，还有破产免责比例大概高达97%。那这个也导致我们100年再次的修法，第二次修法通过之后，更生通过的比例提升到50%到60%哦，清算免责的比例也提高到50%左右啊，但距离我们先进国家的一个比例还有一段大的一个距离。那为了我们避免这卡债主陷入贫穷漩涡，防止我们各种社会问题的发生，本席以卡债自救会还有我们台北市律师公会，在去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消债条例第3.0版哦，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修法，再进一步的提高卡债族更生通过的一个还有清算免责的比例哦，因为我们的比例实在太低了。所以本席修正的一个草案的一个重点有几项哦，一是我们希望能够简化流程，方便更生及清算的一个申请。第二是取消更生的上限，让更需要更生的一个债务人有所机会哦，所以修了42条。第三是规定合理的生活必要费用之标准，让更生人的债务人可以生活哈，不要避免他们陷入一个更困窘的一个情境。第四是给予债务人弹性的空间，避免更生之债务人陷于悔诺。第五是不好卖或不可卖的财产，明定清算时不可拍卖哦，这是98条。第六是清算不可免责之要件明确化，减少这个不免责哈。第七是清算不免责后建立债务人的清偿之管道。那第八是放宽重生申请更生或清算之要件。
我要再一次谢谢蔡议蔡昭伟的排审，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卡在自救会还有我们各个民间团体都一直很期盼我们能够进行我们消费者债务清理的 3.0 版的一个启动哈。我们希望能够请委员会也能够站在如何帮助债务人重新站起来的角度来重新看待这个法案来进行审查，并取得修法的共识，尽速完成修法的一个工作。以上，谢谢。好，那谢谢吴委员。那我现在先进行，因为我也有提出一个修法哈。那我先说明我自己的一个修法的提案说明。那针对这一次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那很感谢我们吴育勤委员跟我们司法院都有提出相对的一个条文修正草案。那我在看了司法院的修正草案后，主要是针对包括第33条以及增订64条之一。那33条主要是赋予行政机关更强的一个说明，赋予金融机构跟资产管理公司他们的一个说明的一个义务，就是包括说他们在说明这个债权的抵充费用的时候，它的顺序是可以去做一个说明的。那以及64条之一，主要是增列了视为债务人已尽力清偿的一个要件。那我在看了这样的一个修正中，我认为还有几个需要再去增加的啊，主要的一个修正方向是，第一个是限缩更申驳回的一个情形，也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未来增列的所谓故意为虚伪不实之陈述，致债权人有重大损失，以避免故意导致之不实陈述。那第二是我们希望放宽已尽力清偿的条件，也就是修正第64条及增订第64条之一。那我们把债务人已经清偿各笔债权的本金以及加计每年20%利息者，那就视为已经清偿。那这个计算的基础就是我们认为说，你只要清偿了债权的本金以及他每年20%的利息，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他会进入到的债务清理已经都超过了，我觉得都会超过了起码5年以上。那如果你每年20%利息的上限，你想五年事实上已经都符合一个本金了，定义是已经吼一步一件，所以你再加20%的利息为上限，再加20%的本金，基本上对银行来说也这一笔债权也算是回本了。所以我认为说，对于现在很多进入债务者清理，他无法去清偿的就是说，他的利息基本上在进入债清程序前，基本上他所有返还的几乎都在返还利息，一直没有办法到把这个本金有实际清偿的一个状态，所以变成说他永远是没有办法把这笔钱还完的，所以我才认为说，既然他已经进入了所谓债清的程序，那我们就把他认为说他还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叫做视为已经清偿，我们希望把它明定化。当然，这个明定化到底是怎样到达怎样的一个标准才是公平？这个我觉得我们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再来细部的一个讨论，但是我觉得把它定入债清里面是对于债务人在清偿的时候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保障。那第三个是我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来限缩清算不免责的这个裁定。那我们在条文中我把它增列了自身债权人重大损害者那为限。那自身债权人重大损害者这样的一个要件把它定出来后，这样可以降低对于债务人的一个不利的因素。那不然常常债务人他可能因为他可能虽然进入债清状态，但是他可能一个小小的一个犯错一个小小的犯错，结果他就马上会进入清算不免责这样的一个裁定，那对他这个债清的状态中是相对比较不公平，所以我们希望还是把它定了一个要件中，那自身债权人重大损害这样的一个要件，让债务人可以在债清的时候相对有一些弹性。那第四个我是希望修正第151条，
那也就是简化更申跟清算的一个程序。好，那所以以上是我提出四个主要再修正的一个方向。那希望我们各位委员以及我们司法院金管会这边那可以予以斟酌。好，那谢谢各位。好，那我们现在再请提案人张廖万坚委员说明。张廖万坚委员不在。好，那我们请司法院吕太郎秘书长来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以下呢就这个司法院跟行政院函请审议的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人拟具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蔡宇等十六人拟具消费者债务清理条文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张廖万坚等十九人拟具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第七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等四案，提出说明跟意见。就这个司法院跟行政院函请审议的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的部分呢，我们这一次呢一共有修正四条，增订一条。那么修正的重点呢，第一点呢就是修正债权人为金融机构或者是资产管理公司在申报债权期间内提出的债权说明书，应一并表明已受清偿金额、抵充费用、利息、本金的顺序。那么，这样才会比较明确。那第二个呢，增订依债务人之财产有无清算价值，分别定期，决定他清偿达成的陈述，可以视为尽力清偿，那么这样比较公平合理。第三个，修正债务人就不可归责于债权人未申报之更申债权，在更申方案履行期间届满后，若有不可归责于己的事由，至于更申条件一次履行有困难得申请法院裁定延长其履行期限延长期限不得逾两年。那这个是希望让债务人呢有更多的机会来努力清偿。第四个，修正降低债务人因不可归责于己之事由之更申方案履行有困难延长其履行期限陷入重大困难申请裁定免责的最低清偿限额，这个也是希望鼓励债务人能够让他能够有更申的机会第五修正关于开始强制开始清偿程序前已取得执行名义之债权人与法院为不免责或撤销免责裁定确定后，已该执行名义对债务人为强制执行，应受清偿程序确定债权之拘束，并增订债务人受不免责或撤销免责裁定确定后，受强制执行时得申请执行法院对其他债权人为执行通知，拟具其他债权人亦以债权表为执行名义，就其债权之现存额声明参与分配。及定期执行费征收的方式，这个是避免说这个其他债权人对债务人强制执行那么造成他清偿的比例有不同的不公平的情况，那么也阻碍了债务人日后呢再申请这个更申的一个机会那么至于就这个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人提案的意见呢？请参考这个我们给这个大院的这个附件一，那委员蔡宇等十六人提案的意见呢，如附件二，委员张廖万坚等十九人提案的意见呢，如附件三。那简要的说呢，各位委员所提供的这一些意见呢，司法院认为呢可以而且必须要用修法的呢，我们就拟具修法的条文。那么许多委员提出的意见呢，那可能在施行细则或者是法院的办理消费者债务清理事件注意事项来规定就可以了。那以上报告，敬请指教。好，谢谢秘书长。那我们现在提案人跟机关代表均已报告完毕，我们现在进行询答。询答时候本会委员发言时间。金管会，好啊，好，那我们请正副主委，好，正副主委来补充说明。
好，这个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那针对坐着就可以了，坐着，谢谢，坐着。针对这个司法院跟行政院所函请审议的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我们的看法是，这个已经考量这个债务人的清偿能力跟经济困境，也衡平这个债务人跟债权人的权益保障，也同时给予债务人重建经济生活的机会，所以本会是支持司法院跟行政院衔报立法院 的版本。那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那就委员的提案呢，除了司法院的部分，就是就好像我们刚才司法院这个秘书所指证的，就是说委员的意见我们也都充分尊重，那我们相信这个行政跟司法院版本已经把各位委员的意见也都涵盖在这个修法的里面。谢谢。好，谢谢。好，那我们现在提案人跟机关代表均已报告完毕，我们现在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再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不再延长。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吴志扬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列席官员，大家早安哈。我先请教一下秘书长哈。当时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这个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尤其是卡债所造成的债务让这个卡债的债主呢，因为积债太多，以至于没有办法翻身啊，那也造成新的社会问题。这样，因为大部分其实他们原来欠的债务金额本金其实是不高的，但是根据相关的规定，他们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变成他永远没办法承担，对不对？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条例我们不要太陷入那个技术性的部分，重点是还是要有一个同理心啊。我觉得同理心就是说，真的这些人被这些债逼得走投无路啊，所以才需要政府用法律来介入嘛，是不是这样哈？那我先请教几个条文哈。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政院跟司法院的版本里面，73条的第二项啊，它上面写说，债务人就前项但书债权以不可归责于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难者，的申请法院裁定延长其履行期间，但延长之期间不得逾2年。哈，这个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是讲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不可以，金管会也许比较熟哈，就是这个是在讲什么样的状况？那个就是第一项基本上已经解决，理论上第一项应该就解决完毕。那为什么第二项是指什么状况？实务上是指什么样的？简单的就是因为债权人有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以至于没有去申报的话，那个债权是不消滅。我知道这个法律是这样，所以在银行上到底会有什么？会发生什么样这样子的状况？因为这样的话，他债权人呢就会继续对债务人来。我知道了，我是说。到底实际上银行的作业上怎么会有这种状况？很难想象哎。那个金管会，这个债权人应该是非常精啊，这个银行应该是非常经手这些事情啊，怎么又多伸了一个尾巴出来呢？是我们那个邱厅长好吗？好。好，我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状况。委员，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就73条第二项这边的部分来讲。因为我们现在在这样子的更生程序的部分，如果说我们有让他申报债权，因为申报债权了之后，到最后假设更生程序完毕了之后，有申报债权跟没有申报债权的相关的，除了他的受偿陈述以外，其他都归于消灭。那现在假设有一个债权人，他刚好在法院的公告期间的部分，他可能刚好在国外或是其他的，他根本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个相关的资料的时候，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让他的债权也跟着消灭，他是债务人吧？债权人，债权人不是银行吗？不一定。我们现在更生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除了银行之外，还有一般的自然人。所以，如果这个一般的自然人，我今天没有申报债权，但是我因为有不可归责于我自己的事由，你要让他消灭的话，其实对这个债权人是不公平的。根据73条第一项的部分，本来我们说他不消灭的话，
不消灭，根据法律规定是，我今天更偿更生清偿满了之后，对于没有申报到的这笔债权的部分，我要假设我们这时候是还五成的话，我就要五成的部分我要一次清偿，这样子一次清偿对债务人其实是不利的，因为我可能六年这边满了之后，我对于这边的虽然是五成，假设是十万块里面的五成，五万块我要一次清偿的话，对于债务人负担很大，所以我们在七十三条第二项这次就讲到说，如果你债权人没有申报债权，是不可归责于债权人的事由，所以你到今天期满了之后，债务人一样要清偿，只是说这时候债务人你可以看，那我这样子一次要我拿这么多钱，我有困难，所以我可以申请延长两年的部分，也是要不可归责于债务人。对，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不可归责于债权人。其实这就是这个状况叫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嘛，也都是是。好，谢谢。那请你坐哈。好，你这样讲啊，当然是会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我还是讲过说，因为说在这个是要有同理心的哈，有同理心，他等于是后面对这个好不容易要解脱这个债务的人，感觉上又伸了一个尾巴。这个时候虽然不可归责于债权人，但是也不可归责于债务人嘛，没有错吧？没有错吧？对啊，所以我是认为说，这个时候我们给他的一些救济啊，除了说让他可以延长两年来还嘛，对不对？的话有没有考虑说，其他的减轻的办法？因为也的确也不可归责他，比如说变更他的清偿金额啊。或者他的清偿方法，或者是再延长他的清偿期限，有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呢？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在债务清理这边的部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程序，原则上是用公告的方式，还有就是我债务人，我今天进入到更生程序来，我申报债权，我有哪些债权人，所以如果债务人在这边他已经做相关的债权申报的时候，那这时候就债务人已经做债权的申报的时候，这时候法院就可以知道，如果债务人在这边也没有做债权申报的时候，法院可能不知道债务人根本有这个 A 债权人。那不知道这个 A 债权人的时候，我们现在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十四条的部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用公告的方式代替送达，所以很可能刚才跟委员报告的那个在国外的这个债权人的部分，根本不晓得我的债务人他已经向法院申请债务清理的情形，所以他也不会来申报他的债权。他既然不会来申报他的债权的时候，这时候他的债权就不会列入到有关更生方案里面，债务人应该要去清偿的。那债务人清偿，你的意思说这种债权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这种因为他可能真的是不可归责于债权人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情形，如果债务人已经把他列进来相关申报的话，你这个考量是考量债权人蛮无辜的啦，啊、哦！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状况其实债务人已经无辜一次了，哦，他 好不容易才要脱离了，哦，那这个部分既然你是限于他也是不可归责的话，我是觉得不要带他对他那么苛。你好不容易要从更生里面要跳出来了，好，那万一这一笔是很大笔的怎么办？是不是？万一这一笔是很大笔的话，他已经是这个状况了，他才会去申请这个债务清理条例的相关程序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还是非常辛苦啊。如果金额高，他在债务人在申请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债权列进去，他就是那个嘛，债权不可归责于他嘛。债务人如果不列进去的话，法院根本不知道。法院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用公告的方式，债权人也不一定会知道。我是讲说要有同理心啦，因为你这已经限于他，不可归责于他。他如果是故意隐瞒，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他也是不可归责。而且他也前面已经非常辛苦的，好不容易要脱离这个程序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条例里面有提到，依法要抚养一些人嘛，哈，他的生活的费用这些要把它扣除掉，对不对？好，那这个范围啊，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属于实体的一个规定啊。你们现在把它规定在注意事项里面，我觉得有点在比较细节去了啊。这应该也有可能是法律保留的部分，就是应该要放在法律里面，好，因为这个是牵扯到数额的问题。好，我讲一个实际案例，其实大家可能有印象，之前有一个卡债受害人自救会，他们在开记者会的时候，有一个单亲妈妈啊，黄小姐，她说啊，她跟她前夫离婚以后，独立抚养两个孩子，她担任一个看护的工作，
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8000啊，那为了生活只好以卡养卡啊，结果积欠了300万的债务，哦，他根本没办法啊。后来他在申请更生的过程中啊，处处受到法官的刁难。怎么刁难呢？他说啊，他每个月会给孩子500块的早餐费跟文具费，每个月哦，早餐加文具费啊。这个举措啊，被法官质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钱还给银行？啊，还有说，你怎么不去找一份收入更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不就是没有同理心吗？没有同理心嘛，啊，他如果这么厉害，就不需要去找借这个钱嘛，啊，他就是走投无路啊，他的状况，他的收入就是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这个所谓的要抚养的这个生活费用，到底是涵盖哪个范围？是不是应该在本法里面？啊，做一个具体的规定，啊，而不是在这个，这个注意事项里面规定，啊，还有，我是觉得说，司法院这边就是说，法官当然是法律很清楚啦，啊，但是是不是在判决上面，你怎么样透过你司法官的训练，判决这些法官稍微有一点同理心嘛？你的判决或者你讯问的过程里面有一点同理心的话，我相信我们司法的信任度马上会提高。啊，马上会提高，啊。那另外就是说，你们最近有拍一个微电影嘛？啊，拍一个微电影，有这个剧情。啊，这个李导演说，这个是法界是黑色巨塔，啊，相对于这个一界的白色巨塔，它是黑色巨塔啊。那我上次有讲一个，在审预算的时候，这个秘书长记不记得？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裁判书类用语词典的对照，哦，我那时候批评说怎么才1600多个字，而且我如果要新加一个词，你们一个月以后才会登上去。后来你们资讯处的来讲说，这个是你们同仁自己在开发的，自己在做，人力有限，哦，那我是觉得像这样子的话，你与其啊你去拍花大钱去拍电影的效果，你还不如拿一些钱来让请专业的人，哦，不要让我们的法官啊去兼检察官会去兼这种工作，哦，好好的把这个系统弄出来，哦，你看每次我们开的公听会里面，现在我发现都有这个那个白话文推动协会的都会来，因为这件事情跟司法改革太有关系了，哦，我觉得那个系统我现在有看啦，啊，经过一个月以后变成1800多个字，有一些进步啦，哈，但是我知道后来知道是同仁用加班费去自己把它开发出来，我觉得我也不忍心删除他的费用，虽然不满意，哈，所以相对的你在宣传司改的过程中，其实做电影这些东西其实是费用是比较开的比较快，消耗的比较快，那效益呢不见得，见仁见智，好，所以我是觉得说秘书长可以考虑，应该要把一些预算支援在这种基本的让大家查阅的系统的开发上面，啊，是不是？我简单跟委员报告，刚刚委员提到的这个，生活费用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如同委员所提的，或许在法律里面把它规定是比较合宜。不过因为每个地区的那个支出的必要费用不一样了，或许我们留一个弹性，哈。留个弹性，哦，那避免在法条里面只有单一的标准，啊，这样子。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同理心的教育，我想在司法院是非常重视这一点，啊哦，不过观念的改变，啊要不断的，啊，来强化，哦，那么委员特别垂询到这个裁判书的那个词典，哦，其实我们都陆续在扩建，来征询各界看有哪些需要懂的。这里面呢是法官呢先就这一些用字用词哈，来做一个解释，我们还会有请这个审查啊，请审查。你可以借用现在很多民间的写手好手，高手在民间呐，啊，律师工会像维基百科也开放大家写的，帮忙去充实嘛，你们就审核嘛，就好了。对对对，好，谢谢。谢谢吴委员。那下一位请叶怡津叶委员发言。我
要请教这个秘书长跟金管会的副主委哈，我先请教两位哈，就是我们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有第一次要制定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的时候呢，有两种看法，一种呢是觉得说欠债还钱，这些人呢，他们吃香喝辣，消费奢侈，出入甚至都是名牌，那欠钱不还，还要定法律，所以有些人是不满，但是呢，赞成的人是觉得说银行乱发卡，为了赚这个高额的循环利息跟违约金呐、就甚至用引诱消费者消费的这种手段，所以呢，才要有让这些债务人重生的机会。但是在1997年当年呢，因为认为欠债还钱的人比较多，所以呢，那时候立的法很严格，导致呢比例很低。可是我们第二阶段到101年有修法，放宽了一些要件，就大幅的提高了更生跟清算的通过率，两者更生跟清算的通过率都已经超过50%。那但是呢，跟这类似消费者条例，我们这个条例呢，跟这个其他先进国家比起来，还有一段差距，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再修法的这个会议跟考量。我先请教这个司法院，再请教金管会。不，我先请教金管会，你觉得为什么？金管会，为什么我们这个申请这个更生清算的会比其他先进国家低？虽然已经超过50%了，为什么？我跟委员报告我想在这个整个清算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利息负担好像各位委员大家都有在斟酌这一部分。如果当初这个利率是非常高的，那它的本金利息，我说现在现在的，对，还没有修法以前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申请的这个跟先进国家比起来，通过率为什么这么低啦？银行这边我们觉得应该都有在配合法院的这些，不知道为什么哈，那就不要拖延我的时间，来，请问秘书长。这里面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有大概78%左右的案件都是协商，而不是进入更生或者是清算。有78%是协商。哎，对 对, 对。但是经过更生或清算的申请的，为什么只有50%多？因为那个应该说，这个其中更生的核准的比例呢，也是有70%几了哈，然后清算的免责的才50%几啦。清算的怎样？54.几啊，清算或免责的。更生有70%几，清算有50%几。好，那我再跟各位讲哈，在日本呢，比例大概90%，其实并没有比我们更宽松的条件哦。日本没有比我们的条件宽松，但是他们成功的比例高达90%。秘书长、副秘书长，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日本他们有专门的代书，司法代书去当他们的代理人。台湾呢，没有，常常是当事人自己随便乱申请，不会申请。所以呢，在程序或者实体条件不符就打下来了。特别是程序，我们常常很多当事人他自己习惯自己摸索，就先申请再说，结果申请了呢要提一堆的文书或者说明，很多人就打退堂鼓了，就没有送了。那当然他们也请不起律师啦，因为都已经没钱了，怎么请律师呢？所以我要具体的建议，
我们申请更生或清算的，应该要协助他们去透过法律扶助团体，甚至我们应该要规定要透过法律扶助团体才可以申请。你觉得这样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如果个人申请的，你们就转介他们去这些法律辅助团体再来提出，这至少在程序上会让他们，或者是 实体条件，这些团体会清楚很多，不要用这样子来占用司法资源，或者甚至他实体条件不符的他也来送了，然后就变成那个比例变成拉低了。是，你觉得好不好啊？可不可以这样做啊？现在他只要申请法务不审资历的，所以他也很宽，只要当然向法务申请，那是不必审他的资历的。那第二个，刚刚委员特别提到说，有没有办法在整个司法行政上面呢，协助他们让这个申请的手续更加的简单哈？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进一步来推哈，这样子。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说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已经算是弱势团体了哈，弱势的人大部分啦，所以我们在程序上应该要更简化、更清楚一点哈，而不是我其实不太同意放宽免责条件，哈，或者这个实体条件我是比较保留的了哈。特别是这一次，我们有甚至要拿掉这个1200万的限制条件。那我觉得，如果拿掉这个1200万的限制，这个是《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跟将来我们这个要修改破产法的这个债务清理条件，就有点混淆了，不会吗，秘书长？因为如果拿掉，那有可能欠非常巨额的。对，而且我觉得这整个限制拿掉，社会观感会很不好啊。假如我将来我的这个欠债额度是上亿的，他没有完全没有限制啊，谁知道现在这种电子消费它能够变出什么东西来？不是就有一个这个叫什么？中国的女留学生到澳洲去，然后银行没有注意她那个信用卡没有额度，让她刷了数亿元，在短短的时间内刷了数亿元。好像这样，如果还适用这个完全没有额度的限制，我觉得社会观感会不太好。好，而且这样两法之间会有一点混淆哈，这一点是不是请两位也发表一下意见？所以这一点我们那个司法就这一点有表示一些意见了哈。有了哈，有表示。赞成，对。你的意见是怎样？不赞成了。好，那副主委呢？跟委员报告，我们都是配合司法院跟行政院的版本。好，你真正银行股啊呢哈？你们都无所谓啦，反正法律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不是你们的钱，这样的感觉哈。啊，跟委员报告，就是当然这整个程序里面，不管是债权债务人，这都是一个就说不幸的。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我认为呢，加强法律服务辅助才是重点。好，请司法院这边多努力一下哈，是是，谢谢。好，谢谢叶委员。那下一位，请李俊毅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先进哈，我先请教一下秘书长。好，委员好。秘书长，我们其实刚刚叶委员提过，我们在定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主要是1997年那时候的时空环境是卡债主很多嘛，哈。卡债主很多，那所以我们认为说必须保障债务人的跟家庭的基本生存，然后来做一个给他们一个清偿，给他们一个重生的一个机会，是，这主要是立法原意嘛。对，好，那我想请教哈，卡债族根据卡债族受害者自救会他们统计大概80万人，那现在大概还有65万人还没有处理债务，我们司法院这边有没有统计？我们这边有的是从这个
法律成立以后到目前的所有的案件数了，但是至于说没有进来的，我们就不知道。金管会呢？金管会，副主委。跟我们报告，我们这边大概有的就是有一些，就是还在属于那个不当讨债的这种案件 的统计。不当讨债，但是你们对各银行之间有所谓形成类似卡债族，这样应该有基本的数字的统计吧？ OK， 我们这边有一个前置协商的案件，到今年十一月为止，大概申请的案件数大概有24,000多件。好，这个协商的部分我等一下还会问，我等一下还会问。 我先要求这个主席，我也要求一下，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个决议，要求金管会做一个清查，我们现在所谓金管会认定的卡债族到底还有多少数字。第二个，这个数字的金额到底做一个怎么样的分配，大概1200万以上的有多少，然后2000万的、3000万的大概有多少。第三个，金管会准备如何来解决这些卡债族，我们请金管会用书面提供这三个资料。好，来，我们继续。那个秘书长，我再请教你，卡债其实跟消费者、跟银行、跟社会的风气都有关啦。那这个条例实施以后，到底在司法院的认定上有没有具体的解决卡债族的问题？应该有相当程度的解决啦，有相当程度的解决。大概依你们资料，大概有，因为现在受理的件数有235,248件嘛，那这里面呢，刚刚特别提到，就大部分都透过协商程序来履行处理掉了嘛。那有一部分呢，是用这个更生的程序，有一部分是用清算的程序的。秘书长，我这里的资料是这样哈，94年我们的卡债族全国大概有52万人。到106年，我们全国的卡债族有80万人以上，然后现在到目前的统计，我们卡债族大约85万，然后目前还没有处理的占其中的65万以上，完全还没有处理，所以看起来并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效果。从97年到现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今天其实几个这个提案委员的提案其实都基于好意啊，但是 有一些东西我想我还是要深究一下，因为有法律上有一些问题。这里指消费者，我们在这个第二条里面指5年以上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之自然人。请问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定义是什么？就营业额每年平均新台币20万以下啦。20万以下，对对对，这个是依照他申报的部分嘛，对不对？ 对， 对。那个秘书长，你唔知有定定伫阮立法院行动无吼？我们立法院隔壁有一个意面的吼，从我20年前当助理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吃意面，现在还有。原来是一个小摊贩，现在已经变高楼大厦啦。吼啊，这个也是小规模的活动哎。这个也是小规模的营业活动哎。如果照你的说法，他登记一个月的营业额一定没有超过20万，登记啦。吼啊，实际上我不知道了。吼啊，因为这个老板跟我很好，所以我觉得他赚的很多啊。那这个你们就定义不清啊。再来，我请教现在我们的程序有更生跟清算，更生跟清算的差别在哪里？更生就是说他在更生以后债权呢这些基本上都停止，那他清偿完了以后呢债务就免责啊，就很类似于公司的重整啊。那清算的话就是大家就一笔一笔算清楚，行胜哦，清楚北北啊，再看阿边嘛，对不？好，来，更生刚才就讲的就是在程序上，希望给他一个重生的机会，但是他还有涉及到底这一项可不可以免责的问题，对不对？免责不免责谁来裁定？那个法院法院啊，所以欢迎我都判断讲这项会使，这项未使，这项会使，这项未使，安尼吗？不过这里面他有一些条件可以判断。庭长，你要不要补充一下？跟主席还有委员报告一下，大概好，你头前麦克风。因为更生跟清算两个最大的差别是，更生他还有相关的经济活动的能力，所以他可能用他赚的钱的部分来去清偿他相关的所负的债务。清算的部分来讲的话，是用他相关的财产的部分来透过相关的变卖的程序之后去清偿。所以你们在这里，你们原来的规定是收入扣除个人生活各项支出，
及家人补养费用的余额，这个部分是更生的规定嘛？对，所以也就是说，他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嘛？是。好、哦，那清算为什么有不一样的条件？因为最主要在更生这边的部分来讲，是他还能够每个月还有薪水，他赚了之后他能够去还，他拿多少钱来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当作是消债条例64条的尽力清偿，这是法院在这边认定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啊，清算就没有？清算在这边的部分原则上是他以相关的财产之后变卖之后来去清偿，来去这个偿还债务人。所以大部分来说，更生都我也行得起啦。对啊，清算的话就没买，他已经没有他的资历上面的，大概是这样。是、哦、好。那我这里还要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当初定1200万做一个依据，这1200万是怎么来的？跟委员报告，当初我们的草案是定1000万，那后来到因为这是参酌大概整个相关的社会情形，后来到立法院审议的时候，后来委员这边的部分把它加到1200万元。那我请教一下哈，1200万其实它是包括这个本金，包括利息，包括违约金嘛，对不对？那如果1200万，那个正主副主委，如果1200万，它的本金大概是多少？如果说按照刚才大家讲的这个利息，假设是卡债利息，那时候还在20%来讲的话，对，那如果说在经过几年的这个翻滚，虽然本金可能是大概在一半到。就是大我600万左右嘛，对不对？然后500-600万，它的违约，它加上违约金加上利息，就超过1200万了嘛。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个1200万数字似乎太少，那你们金管会的立场认为有没有调整的必要？这个金额的大小我们也都尊重委员、啊，不是尊重啊，那你们是第一线啊，他们是只做法律 啊。那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我刚刚为什么要你们找那些资料出来？你们从资料看得出来1200到底适不适合嘛？我要的是这个嘛，哦，所以请金管会做一个了解，好不好？好，谢谢。来。秘书长，我再请教你，在这一次的修正里面有64条之一，增订债务人尽力清偿之更生方案。什么叫尽力清偿？就是很我尽力啦，哎，对，很努力的。啊，我无尽力啦，你嘛唔知嘛。不过他还是要有一些、哦、这个法律的定义，我觉得还是要明确化，这个部分我是稍微有点意见了、哦、然后再来，我们谈这个清算的80条哈。开始更生程序或可和解或宣告破产时、可以向法院申请清算、哦、那清算如何清算，这个其实也是法官在决定、嗯、对不 对, 对，那这一项认定我要到底要清算多少的价值也是法官在认定、哦、那法官有这么大的权限，还是法官有这么厉害说、啊、我知道这个、哦、我有一张画这个给打多少？法官有办法处理吗？有办法判断吗？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到了清算程序之后，我们就会有关的相关的管理人的部分来做后续的处理，以及在清算当时的时候，他的财产究竟有哪些的时候，我们在相关的80、81这些的部分，你要把它固定下来，你才能够知道说到底他日后的部分来讲的话，有哪些可以还给这些债权人。所以管理人的部分可以透过这边的部分来去看相关的债务人的财产有哪些之后，我们会把它到最后定下来，他有多少财产，每个人的受偿的陈述。这里面还包括免责跟不免责的部分嘛，也是法官裁定，对不对？未来不免责的部分可不可以更明确化，说什么东西不可以免责？是。那各位报告，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在133、134、135的部分来讲的话，它有分别去规定到，一个是一定的陈述，一个是你有一定的要件，还有135条说，你纵然有前项的情形，但是情节轻微的话，好，没有那么重大的话，法院还是可以免责。所以目前我们是依照透过133、134、135条的部分，那特别是在134条的部分，它有几项的部分，它把它名列说哪些情况之下，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部分，我们就不免责。是。我请教最后一个问题，这分别请教司法院跟金管会，在更生或是清算之前都必须经过一个协商，那我要协商完以后我才处理更生或是我才申请清算。那协商我要请教司法院的是，协商你们刚刚也说明说协商其实是大部分解决了一些问题，那协商是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就说我不协商，我可不可以直接？就说在程序上，我债务人我自己选择，我要协商，那或是我直接要申请更生，或是我直接申请清偿，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第二个问题，请教这个金管会副主委哈，协商其实哈这个部分是造成我们民意代表最大困扰，
好、哦，我现在要问的就是协商是一个是不是一个这个债务清理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必要条件的话，债务人提出，银行可不可以拒绝？那你们现在有没有银行拒绝的情形？现在我们民意代表接到的一天到晚都是这种问题，然后银行还踩的姿态非常非常高。你无偌济英雄，你唔免跟我讲。哦，你无要行偌济英雄，你拢唔免跟我讲。哦，那银行在意的是利息，还有循环利息的部分。那这样子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持续下去，第一个，如果协商不是必要条件的话，那变成银行是独大嘛？那我们设立这个清偿条例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所以这两个问题分别请两位哈、哦，简单的答复。哎，目前是因呐、啊，目前是协商前置、啊、前置嘛，对不对？对啊，前置啊，有必要一定要吗？对，就一定要。啊、所以债务人提出来，他们可以拒绝吗？银行可以拒绝吗？债务人说啊，我希望跟银行协商，银行说不来，我不来跟你讲，可以吗？那个，但是如果说没有办法就协商的内容达成协议的话，其实没有，他是根本不协商哎、欸，应该是不可以的。好，不可以。来，副主委。如果从我们态度来讲，我们也支持，就是说应该要有一个协商的机制啊，就是说今天不管是债权或债务人，应该都不能拒绝这个协商嘛，因为这已经造成一个不幸。那我认为就是银行应该也不是在贪图这个高利息了，就是说如果已经发生他违约不能还清，银行应该最终希望就是说大家这个本金能够还完。所以这个根本上的问题出在我们对于这个协商并没有规定它是不是必要条件。不管对债务人或债权人来说，所以就变成现在变成债权人提债务，债务人提债权人通常有时候都不太理他，然后不太理他的时候，债务人就透过我们民意代表，希望拜托银行出来跟他协商，这是我们第一个困扰。第二个困扰，协商有没有达成都不管，但是协商有没有完成这个协商的动作，是后面更生跟清算。最主要的依据，你必须先有协商，才有更生或才有清算。那但是如果这个协商不是必要条件的话，哪来的更生跟哪来的清算？我希望这个部分我们下午的时候好好讨论。谢谢。好，谢谢李委员。那李委员刚刚希望金管会去整理的一些资料，那这部分是不是我们这边先写一个决议，我们就来处理？好、哦，好。那下一位请王玉明委员好发言。谢谢主席哦。我首先要请教是我们司法院的秘书长哦。你知不知道这个11月24号我们这个已经召开了 CRC 的国家报告跟国际审查会议。你知道这件事吗？我们有派人、有派人出席嘛， 对不对？好。因为把这个儿童权利公约哦订这个施行法国内法化，那个是几年前呢、哦、本席在立法院力推的、哦。那这个当然当时这个马总统他也是非常的支持哦，应该把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国际公约国内法化，所以当时推动通过了。那今年好不容易就是展开了第一次，我们出具了国家报告，而且也邀请了国际专家来做审查。那既然司法院也都有列席哦，你应该知道说这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是关于这个儿少到底他们在整个司法体制还有我们现行的法令对他够不够友善的问题哦。那第一个我要请教秘书长哦，我们现在14岁以下的这一个儿少，他有没有刑事责任？14岁没有、没有嘛，对不对？好，这个表里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14岁以下的儿少是没有刑事责任的。但是你看看，同样这个图表里面呢，我们警察机关列出来的，他的这一个全国儿少刑案嫌疑犯数，他是用嫌疑犯。既然他14岁以下是没有这个负担刑事责任，但是我们在这个警察官方的统计里面，通通把他当作是嫌疑犯来看待。你认为这样的名称合宜或适当吗？不适当，不适当嘛，对不对？但是它现在其实就存在，而这一次的整个审查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应该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你是这样子把它列为是嫌疑犯的话，你等于是违反了整个儿童权利公约它的精神。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它其实很明白的讲哦，
我们对儿童的保障应该要尽量去避免指控或认为他涉嫌触犯刑事法律，那更应该要去避免诉诸司法程序，而是主要要用辅导、照顾或者是关护为优先考量。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个警政署的他这一个统计事项，很明显的他就是把十二岁的儿童当作犯罪嫌疑人。那如果这个是不适当的，我请教秘书长，我们这个要怎么改善？面对这样的一个审查报告专家 的结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改善？这个应该请警政署把这个相关的这个统计的那个名称啊，把它调整就好了。那这个部分你可以去跟警政署沟通吗？如果司法院也都觉得不妥，你觉得你没有权限？因为警政署归内政部的啊。那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有相关的会议，或许可以提出来啦。好，那你们这次出席会议的话，警政署有派员参加吗？这个因为我没有亲自出席，你没有亲自出席，所以你也不知道嘛，哈。好，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既然司法院也觉得不妥，我们不应该把未满十二岁的儿少列为是嫌疑人了。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既然司法院都表示意见了，警政署当然应该要从善如流。在这个部分，这个又是国际专家提出来的意见跟看法，本席也认为应该要改变了。第二个是关于十二到十三岁的少年。在这个部分呢，他也是不会有刑事责任，一样在十四岁以下，但是他现在都被界定为少年逾犯，都是用少年逾犯来统称，这跟司法院就有关系了。这是少年逾犯，然后接受保护管束。那审查会的意见也一样，觉得你用少年逾犯的概念，或者是你现在进行的制度，其实是跟公约还是有所抵触，就是说对于这一些不用负担刑事责任的少年来讲，不是一个很友善的措施。那这个应该就是司法院要具体回应的。这个部分可能要修那个法律了，少年事件处理法，少事法。对，是要修少事法，还是应该要把这一类未满十四岁的，就是他出现一些可能这一些这些行为的时候，回归到这个我们现在的儿权法呢？这个刚刚委员提到，就是那个名称的问题啊，我们尽量避免哈。那但是这个名称不妥是一回事。那十二岁到十三岁的这些少年有这些行为，后面要如何来处理他，这是应该是一回事，要处理的。这个的确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名称要处理的，一个是他出现的这一些行为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跟制度来处理。对，那现行我觉得司法院还是应该要去检视，就你们现在针对十二到十三岁，你们所谓的进行保护管束的部分，到底有没有违反就是儿童权利公约？你们进行的方式是不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考量，还是会让他感受到很多？虽然只是没有这个名，这个用少年逾犯，所以你们其实是非常的准司法，他所有的程序其实是跟成人犯罪，你们可能在走的模式其实是差不多的。我认为这个部分还是有检讨的空间，好不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希望这个是我们好不容易我们把儿童权利公约订的施行法，我们也做出了整个的报告，而且还邀请国际专家来做审查意见。那这些意见我认为应该要受到重视。那跟司法院有关的，我希望秘书长是不是可以承诺你们大概一定的时间怎么样去检讨？对，我用这些意见我们现在少年事件处理法正在研修当中，会把这个意见纳入这个法来处理。是，那你们少年事件处理法什么时候？现在其实已经到尾声了，这个会期已经到尾声了，你们什么时候要送进来？你们现在自己已经研议到什么程度？这边因为中间呢、有因为还要在询问调查，有停过一段呢，有停过一段。对啊，都很不积极、不过我们会尽快，要搭配这次司法改革国事会里面呢，有关于这个儿少保护的议题都把它纳进来。这一部分我们会加强推动啊。对啊，那你们的期程呢？这个秘书长应该是你管控的、你应该要给这个相关的人员一个期程啊，要求他。什么时候回去啊？我再跟各厅看看他们的人力，还有学者专家，他们对，因为意见越分歧就越难整合了。好，所以我问了以后把这个期程再跟委员报告。我希望下会期你们应该要送进来这个我知道你们已经研议一段时间了嘛。下会期
送进来会有困难吗？因为现在他内部在处理的进度哈，我不是非常了解，我了解以后再跟委员报告，但我们会尽快了。好，尽快。好，我要求，我也希望是尽快啊。那接下来另外一个议题哦，还是关于法警的议题哦，我要就叫这个秘书长哦，因为前一阵子本席排了专案，而且实地去访视过之后，事实上陆续法警他们还是在反映一些议题哦。那第一个呢，他们反映的就是说，你现在107年，你要增补15位法警，你的分配比例是怎么个分配法？因为他们反映出来说，一线其实是最需要人力的，以地院来讲，就是地院哦，你看看他们提供出来的这个全年哦，这个体检被告出庭的总人次高达6万人，而且全年新收的人犯总数是2万人。那他们一个声音就是说，事实上第一线比较忙碌的，应该是要拨补比较多的人力。那我不知道现在司法院你们的，因为这个15个人力呢是。原来各法院在年度要增额请求当中，因为我们没有准的，也等于原额现在没有准的，后来呢我们就按照他请求的名额给都把它补满啊。因为每个法院到底他们的工作负荷如何，其实法院比司法院更清楚了，那我们就尊重各法院。当然这样子补下去以后，可能有一些法院觉得还是不够哈，对，那我们在108年会列为重要参考。但第二个，我们已经召开諮商会议，还有公听会啊，有关于法警业务哈，如何合理来调整哈，尤其是他不必要的那一些工作哈，对，尽量不要由他来做。那必须要由法警来做的核心的问题啊，才由法警来做。那这样或许可以减低法警的工作负荷。好，这我们都多面在进行。本席要提醒的，虽然刚刚秘书长你说都是由地院报上来，但是司法院作为中观全局哦，你应该会具体的看到，事实上有些地院的量是偏高的，特别是在直辖市，这一些可能案件数都是比较高的，你们应该还要有中央这个机制，针对案件量比较大的，你们应该要去增加那个员额，这样才符合真正的公平跟比例原则。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像法警他们既然都已经组成协会了，所以有关于法警权益的事项相关的会议讨论，我不晓得司法院有没有主动邀请协会的人员，就是列席出席，可以参与相关的讨论，有没有？你刚刚讲的公听会，或者是你们内部在研商的相关的会议，这个是他们的心声。他们认为这涉及到他们当事人的权益，就像我们在看这个劳基法、劳动部相关的一些会议，只要是涉及到劳工的劳动相关的法令或政策，大概都会邀请他们表示意见。那我也希望司法院你们在研议相关的政策法令跟这些法警权益有关的时候，应该要邀请法警协会他们的人员出席。有，因为那个通知单我有印象，我们开了好几场了，有学者专家的啊，有法官的啊，也有法警的。有。好，这个部分是他们特别 也提出的要求，我认为也很合理哦。是，就是任何制度改革，那当然，你的法令跟他们权益有关，当然也要听他们第一线、第一层的声音，好不好？那当然，当然。好，那我希望你们未来这个部分可以做到。好，谢谢秘书长。好，谢谢王委员。那下一位，请钟孔绍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好，在这各位同来与会的各位参与的机关啊，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我们大概就是针对再轻法的一个修正啊，做一个讨论啊。各委员也提出相关的一些的版本。那当然，行政院有行政院的一些修正的条文跟看法跟见解，包括司法院的见解，好像跟相关的委员的提案。啊，确实是有所落差哈。我就针对行政院所提出的相关的一个债务的一个清偿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条例的重点，大概你们就说参酌了日本跟德国啊相关的一些的清偿债务相关的条例的一个修正，大概你们就是针对这五个条文做了一些的一个修正啊。我想从民国94年开始在推。大概当时是为了因应所谓的卡奴卡债，尤其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他可能是为了学位的问题，啊，可能为了生计的问题，可能是为了基于家计的问题，啊，他也负担了很多
所以造成他后续的一个卡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卡奴，造成这些年轻朋友很大的对于未来啊，可能面对的他自己的还债的问题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不管是法湖或者说是当时的简习街立委，他们对于这些卡债卡奴，他们一直在推，希望能够透过一个清偿的一个债务，能够协助帮助他们哈。那经过了，我们是在九七年嘛哈，2008年开始实施，其实他推这个法案的时候也经过了快4年啊。那在2011年，我们又在做了一次修正。那从修法到定法到修正，其实我们面对的就是从协商啊，后面的所谓的更生到清算。所以从协商一开始的协商，就是放任当事人跟银行来做协商嘛。那可能协商的要件，可能他也不太清楚，也不太了解啊，造成后续的一个协商，也可能造成他后续的赔偿的问题，甚至也造成了他啊有所谓的不动产的问题，他也可能不太了解啊，也造成被银行的扣押，或者其他造成他的家计，更形成他更大的一个困扰。我想这些都是在条文通过之后啊，陆陆续续发生啊，也会造成啊，现在我们还是要再来提出一些条文的一些的修正哈。那这些条文的修正最主要是对于啊，清算大概跟破产大概也没有什么差异性了哈，大概都差不多。啊，只是对于清算它的限制更严苛，那对于更生人，但是我一直想问的，我们的修正条文里面有第二项的修正里面有特别所谓的尽力的清偿，能不能解释何谓的尽力清偿？我都已经非常努力了，啊，你们说尽力不尽力是由谁来判定？是由法官来判定他有没有尽力清偿？那我也可以认定说，我已经尽力清偿了，我该做的也努力了。但法官也许在认定上，就像刚刚有委员，可能在法官的认定上说，你可能还没有尽很大的力量啊。我的一天做12点钟、14点钟啊，我已经尽量谈了，也已经违反劳动法令了。我已经尽力在清偿，但是会不会所谓的尽力清偿，你们的条件大概就是说，从1/4降到2/3，叫做尽力清偿，是吗？都有来。首先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我们在消债条例64条的部分来讲的话，更生的部分来讲，因为它还有一些清偿债务的能力，所以我们在法律的规定里面是说，最终的清偿期哈，从确定开始不得超过6年。所以更生的部分来讲，原则上是这样子的6年的部分。那像刚才委员所提到的，那如果说这个人他说我这些债务我要在6年里面还。那当然他还的比例的部分来讲，我们就会看说，那你这6年还的比例，你是不是有很努力的清偿？所以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我现在就是要问你，所谓的很努力的清偿，你怎么去判定说他很努力的清偿？64条规定到说，我根据他的所得啦、收入这些的部分，我已经可以认为他是在尽力清偿，我就可以认可更生方案。因为认可更生方案之后，他只要照着履行就好了。至于什么叫尽力清偿的部分，之前我们是在应行注意事项27点这边我们有规定到。那这一次也就是在我们的修正草案，司法院所提出的64条之一这边，如果说你这个人你本身有财产，那你每个月还可以赚钱相关的，那你就把财产还有你相关赚钱的这些扣掉，你自己生活的必要费用，扣掉你抚养的这些亲属的必要费用之后。如果你有9%拿出来做清偿的部分，就可以当作是尽力清偿。啊，如果说，请问一下9%，那我到底还要不要生活费？如果我要养这些都扣掉一个家庭小孩，报告委员，你们养可能你们认定说啊，你留个1/10，人家再饿也不能饿孩子啊。是，我可以饿，但是我不能饿孩子。你的认定是9%，但是当事人可能认为说我9%。可能已经对我的家境影响都更大，啊，我干脆我就不缴了，因为我有家庭要养，我有小孩子要养，我可能还有其他的负担。你们认为说9%就叫做尽力清偿？没有，只是一种情况，一种的判断情况。各位报告，如果一种判断行为就变成一个通则，如果法院是这种用这种通则去看，
每个人都十分之九，我赚一百块还个九十块，我剩下十块钱，我还可以做生。报告委员，我的生活必要生活费用要都先扣掉了之后才去算。如果我本身也……那你必要的生活是怎么计算？我们目前來有没有依据他的小孩的领养？有，以及我们现在或者说养育，或者说小孩的学贷，有通通都算计在里面吗？各法院是會。我今天如果赚三万块啊，我那我通通都不用缴了，对吧？你也就不会有十分之九啊，因为我三万块，如果最低生活费，如果在台北来算两万三，那我还有其他的生活费用来扣，那我根本就不用缴，是吧？是这样吗？那如果本身没有财产的部分，它是最十分之八的部分，扣掉这些必要的，所以我们才会让法院在每一个个案里面去算说，这个债务人他到底有欠多少钱，然后他收入多少钱，他要养多少人，然后接下来再去做判断。不以此为限，好，如果说有时候法院个案看起来他已经尽力清偿了，还是可以认可他的更生方案。其实你去看了104年，你104年到现在的统计，目前在卡债的 大部分都局限在30岁到47岁之间的，也就是说，当时在发生的时候就推算回来，推算到94年发生卡债最大的，其实现在的卡奴还是落在30到49，也就是说。他当时可能就是20几岁，那一段时间发生最大的卡债的时间。那如果再推算回来，现在的年龄大概也是落在，因为看到统计数目只是落在30到47岁，那表示在94年那一段高峰坡的时候，其实他是年轻的时候他就碰到这个问题。那现在十几年之后，他面对的那些的人还是一样那些人。公务员报告，因为我们从97年到106年10月的部分来讲的话，大概有235000多件的部分进入到法院来做处理。那相关的处理的部分，其中大概有182000多，我们是透过协商跟调解这边来做处理。另外有一些就透过刚委员所提到的更生清算的部分来做处理。所以如果进入到法院这边来的部分来讲，我们会依照目前有的规定的部分来去做适当的处理。其实实务上的个案哦，碰到的一些的困难的问题哦。我想爸爸证啊，对啊，你面对的不同样的个案，不同样的处理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看到不管是法服也好，或者机关相关的当事人也好，他们在做陈述，包括最近媒体的报道，都是个人的问题，在法院面对的法官在做一些的判决的时候，其实对当事人都采取比较不友善的态度啊，是吗？这个的部分来讲的话，有关委员所提到的这部分，我们目前就实务上看起来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准他更生的比例其实蛮高的，我们到的86.3%，101年到106年的10月的部分准的，其实法官准的比例也蛮高的。我现在重点是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到底当事人知不知道他的协商有哪些的权利义务，他是必须要知道的。他可能不清楚，在协商的过程里面就含不隆咚，所以你会说啊，协商力很高。我们自己之前我担任过局长过，我们之前在处理劳资争议的时候，很多老板也不懂劳动法令啊，劳工也不晓得啊，大家在协商的时候才开始说明你有呢。如果你没有官方，如果没有很清楚的让双方能够了解现行法令的规定的，搞不好就憨不隆咚的，反正能够协商好就好了。啊，你们两造期协商，啊，协商好就好。所以让这个民众哈，就是说，这些消费者能够更清楚他的权利义务，我想这司法院可以，听听大家看用什么样的方法，他们比较容易懂这司法行政。因为债务人若不愿意接受债权延长或协商的调整阶段的。如果比如说他要用几率用180几来算，我可能没这个能力，可能要200几。你们法院刚才说法律的规定180几，不可能200，但是互相的协商结果一旦能八呗。如果分期的啦，跟委员报告，因为如果单纯协商的部分是最大债权金融银行的部分，他做代理的部分来做处理，所以如果说银行这边跟债权人他们考量彼此的情形，所以会变成说债务人是真的我有心要还，但是你要交我189，我真的不行，我要用240几，可不可以还？结果债务人那个跟就驳回了，就把协商的空间认为哎。他没有诚意要还，我叫他180几，结果他还跟我讨价还价要240几，我就是有诚意，我才会要用240几啊。
啊，结果还是被驳回啊，认为当因为债权人认为说他没有协商的诚意，债务人没有协商的诚意，就被驳回。那这样其实他不是没有诚意啊，他是有诚意啊。这里面，当然也蛮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债权人也要能够体谅了哈，也要能够体谅了。那债务人也要努力了。那，至于债权，尤其是秘书长，刚刚你讲的了，当然这个双方要有一个互相的同理心啦，还要去看待啦。但是法院会这样吗？法院还是会依法行政吧。法院当然依法，不过我们会尽量哈，尽量让这个消费者知道他该有的权利义务了。这个司法行政上我们应该这样做。像有些东西哦，人民其实对法律也不太清楚了，包括譬如我举例说隐匿财产的部分啦，其实他有些东西他也不晓得他有隐匿财产，他也不晓得那个要申报，结果到法院的时候，你有隐匿财产的之余。所以其实他不知道他那个是要申报的，就可能不是很多钱，但是他不晓得，或者说不动产，或者有哪些可能他不晓得有哪些要申报，可能有些是迟婚，啊，迟婚的部分有些家族的迟婚，搞不好他也不清楚，就到时候那你申报不实，你有隐匿财产，那怎么做处理？所以这个。后面还是会被罚。我们多办一些这个研习课啊，让法官能够更进一步。是应该有一些的行政救济行为啦，因为是不是可以去考虑相关的其他配套的救济行为，让当事人也能够在其他行救济之余，行政救济，让他也有一些行为，能够让司法单位能够了解清楚。他不是隐匿，他是基于某种什么情况之下，如果他提出这些行政救济，应该是可以协助帮助他们。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修正条文的一个修法的一个重点。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钟委员。那是不是麻烦钟委员来代理主持？好，接下来我们就请蔡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那我先请教司法院，目前针对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从1997年上路之后，那现在细数在法院的更申以及清算的案件，那它的免责的比率，那我看了从1997年到2010年的这段期间的免责比率是非常的低，好，从分别有15.65%，99年的7.46%。那就100年的8.08%，那到了101年之后，那因为修法的关系，所以免责的比例相对的有提高，从101年是49.13%，那到105年59.73%，所以这几年来的一个平均是54.68%，好，从101年到106年。54.68%的一个免责比率，那这样的一个比率，司法院你的看法是这样的比率是你们能接受的吗？还是你们认为有在更高的一个可能？是不是这部分？当然方向上是尽量提高了，方向上是希望还是可以去提高。对。那我们从日本的一个外国立法例，基本上他们的免责比率比我们还要高，哦，他们七成多嘛，所以我现在就变得说，这个免责比率的提高似乎跟这一部法律所定的内容有相对的关系，应该是有一些，应该是嘛，对不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大家会认为说，哎，有需要再修法，那就是因应了现在的免责比率54，我们觉得可以让它再更高一点。好，因为现在我先请问金管会啦，好，因为刚刚李委员在问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现在到底还有多少的卡债族？现在到底国内还有多少？金管会这边到，你们有没有办法出抓一个数据？如果刚才按照这个李委员刚才的咨询，他说有60几万的卡奴嘛，哈，那我们这边前置协商的现在有20几万了，那当然也有之前已经在走程序，已经在解决的，好，所以这大概是我初步刚才的了解。所以这个数字是他刚刚所讲的嘛？事实上这部分你们应该要再去统计。那这样的一个这一些卡债族的一个存在，我想这问题还是先问金管会啦。就银行来说，这些卡债族的清偿会是银行在计算你们的收益很重要的一端吗？还是你们认为这些卡债族如果他们让他们更生，让他们清算完成之后恢复正常的生活，那有办法再从事其他的借贷行为，那去做正常利息的缴纳，对银行来说是比较划算的，还是这样的卡债族你们就把这个债权永远的放着？这件事到底哪件事你们比较划算？我跟委员报告，从银行的观点来讲，当然是希望就说这个债务人能够有这个更新的机会，就是说银行也不希望发生有这个违约的事情，所以如果当然银行不希望发生违约嘛。我现在就是说，你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价值的一个选择，到底因为你们先既有的，好，就你刚刚讲的，可能有65万的卡债族，好，65万的卡奴，这样的一个卡债族，他们的一个清偿就是要嘛就是可能是很琐碎的，说这个月我可能被强制执行，我被扣薪。好，那银行就是清偿部分。对，可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基本上他是没有在其他的举债能力的啊，因为他就已经进入那无法清偿的状态。我跟委员报告，银行债务到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卡债他循环利息，说银行可以要回多少。银行最主要担心的就是说，你今天因为如果列为就是说这个呆账，那银行本身他自己的这些预放比例，他就会上升，那这也可能影响到银行他做其他业务的。现在国内的银行预放比也不是很高嘛。对，所以他就担心，如果这部分不能妥善解决，他预放比可能会增加。所以银行也是希望说，如果债务人能够多还，那银行能够打消就是那个呆账比例，就不用打那么多。就我这边，我看到法服基金会所提供的数字叫做，如果法服基金会他投入消债专案的社会投资报酬率，他高达 35.53， 意思就是说，如果投入1元的成本到这个法服的一个消债专案，可以产生 35.53 的一个社会价值。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当然有它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基础，它是希望说，我们社会赶快让这一些卡债族，他们解决他们这样一个卡债的一个状态，然后赶快让他们进入社会，好，进入社会后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意，一个经济的一个太阳，对于整个社会是正面的。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了，好，那就回到了司法院这边，54.68 的一个免责比例，我们希望它更高。那要希望它更高，还需要回到条文的一个本身。那条文的一个本身，现在看起来，他去申请了这样一个免责，结果后来他进入了无法免责的一个状态。那主要的，我现在讲的是那一种清算程序，就会有，因为会有133条跟134条8款的一个要件。那我看起来主要的状况还是在133条是最多的一个太阳，以及134条的第4项，这两个是最多的太阳。那是不是请司法院这边说这两个太阳相对的比例比较高，那这是为什么？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在133条这边的部分来讲的话，它从条文的规定是说，你这时候那你清算的相关的情形的部分，那他们可以分配到的有关你扣掉必要生活费用这一些的部分，普通债权人的分配额低于他在债务人申请前两年的时候可以处分的财产扣掉的必要的生活费用这些的，那在133条这样的情形，有因应这样，我们看到大概在不免责的比例里面是比较高，所以我们就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大概在修了，我们在前段时间修了那个因循注意事项，施行细则41条这边的部分，就是法官，我今天如果不免责的话，我们现在把它设定一个程式是，法官不免责之后，我要去看你有多少个债权人，然后你相关的这个金额的部分，你要怎么清偿，清偿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可以依照141条的部分来申请免责。因为141条说，你如果因为133条不免责的话，你继续清偿到规定的数额的时候，然后相关的那个普通债权人达到应分配额的时候，可以申请免责。所以针对133条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因循注意事项这边，施行细则这里41之1，我们有修，让法院我裁定不免责的时候，我后面把资料附上来，你就知道我还要还哪些人，还要多少钱。这个资料的部分来讲，我们有提出来。另外，在134条之4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有关他在前两年的时候，他可能会花的比较多，或者是负担的比较多这个的问题的部分。那在这里看起来的话，其实他当初比较多，如果从委员这一堆资料看起来，以前比较多，但是从101年1月修了之后，这部分所占的比例的部分越来越降低了。我们计算101年到106年10月，大概是有168件，就是说134条第4项。就是你们把它限两年嘛，哈，前两年有这个奢侈的，对相关的这个，这个其实是101年那时候修法的这个情形，就有大幅的，是对，是从数据上看起来130条第4条是下降了，是。好，那最后我觉得我还是要问一下说，好，那我们现在像我的修法中都是把它框定了，就是说，因为它所谓的不管是更生或者是清算程序，如果我们直接抓了一个数额的一个概念，让它可以直接进入了完成更生或是清算，那我抓的在本金的20%跟它历年的利息的一个总额利息20%来做上限，好，所以这个金额就是说我的本金20%加上我历年的利息的20%，就变成说我所要清偿的一个总数，好，把这个总数把它抓出来。司法院的意见是怎样？是委员这边就是您在64条这边2项跟第4项这边有相关的这部分的这规定，那这个部分在吴委员这边是33条之1这样的相关情形。那司法院在这边提出来的意见是，就这个的部分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不管现在是在民法的250条有关相关的利息或者是相关违约金这边的部分，民法是有一定的规定到。那如果这样子的清偿的部分来讲的话，在以民法的规定上面来讲，其实是。他并没有所谓的不当得利或是其他相关的。不，这我知道了，这我知道，只是我知道说，那就是多出来就叫自然债务嘛，对不对？可是这不会去影响到说，哦，我不是叫你说，这个已经多还的，然后要去把它讨回来，并不是这样的概念，只是说进入清算跟更生之后，我们抓了一个数额，说，哎，你只要满足清偿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我就可以达到免责，达到我完成更生。是这样的一个数额没有办法把它定出来吗？还是都变得说由法院自己 去做个案去调整？可能像委员这边所提到的，您在64条第2项到第4项这边的部分，我们会来就我们目前是认为说目前法规上面实体法规的部分，这是一个实体法规的。那至于委员刚您所提到说，如果以这样子的情形把它纳入免责的部分，那也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手上看到的，也是委员说，我们目前在更生的清算比整个整体的清偿比例大概是16点多。我们在清算的清偿比例大概是3点多，这个也就是后来我们在这边的部分，我们特别在75条的部分去把它困难免责的时候，我们把它原来从3/4降到2/3，就是债务人真的很困难，他也没办法清偿的时候，以前是规定3/4，清偿到4/3才能免责，你们这是降到我们这次把它降到3/2，也就是考虑这样的情形，我想让它延长可以延长更生，这个部分整个的部分就免责了。那所以就委员所提到的这边，我想我们也会就这边再来做仔细的思考。好好，那就先这样。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请段宜匡段委员。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这个我看司法院的态度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吴育群委员提案的这个民间团体的版本来看哦，司法院的态度显然对大部分的条文呐、啊，都是建议不予增设或者不予修订。那我知道你们其实啊也都协调过很多次的，是看起来司法院的态度是很坚持。但是我听今天上午啊的委员的质询啊，似乎是对于负担卡债的消费者比较同情，所以我知道今天不会进入逐条，可是我是很诚恳的建议司法院哦，你们要不要调整看看？你们如果没有能力说服我们的话，我可以跟你预告，你们如果不调整，让我们审下去的结果，恐怕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状况。秘书长，我先跟你预告，你们要不要回去思考看看？我举一个例子哦，这个吴委员的版本哦，第64条之2，你们也建议不予增设了哈、哦。前条这个依法应受其，就是自己和依法应受其抚养者所必要生活费用，哈、哦，也就是说，在第64条原条文的第64条里面所规定的哦。债务人有薪资、执行业务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啊，依其收入及财产状况可任更生方案之条件。好、哦，那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这个你们原来的条文跟你们的修订啊，都没有对这个条件提出一个可以给法官、法院指引的标准。到底这个标准是什么？那我要请问司法院哦，你觉得法官有那个力气、有那个时间去一个一个的调查了解这个卡债族啊，他的经济状况，说是不是让他可以去抚养他自己跟他的家庭？那如果都没有标准，你觉得法官会用什么标准？跟委员报告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我刚有答询其他委员了，就这部分或许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呢，有一个调整的空间。你们现在实务上面哦，法院都是用各县市最低生活所需嘛，大部分是这样了。好、哦，有没有例外我不知道，如果有你要告诉我，有没有？有啦，但是很少，对不对？大部分，因为法官对法官来说，那你就维持生活所最低生活所需嘛，没有错吧？对。那我们以台北市来讲，这个家户所得，好、哦，我们先不管他的动产跟不动产的标准了哈、哦。最低生活所需就是低收入户接受补助的门槛嘛，好、哦。每户的人口平均呐、啊、的这个。收入每月是15544元，秘书长，15544元、啊、假设一家四口，夫妻在工作，然后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孩，那所以他每个月的收入就是62176，低于这个就是低收入户了，要接受政府的补助，对不对？那我跟你请问。你们现在在实务上，假设我负债，好，那要来协议。那你觉得，如果法官的标准是说我的收入的，假设我一个月的收入是35000块，然后他说，那你就保留15544元，其他要拿出来还债，就表示你有诚意。哦，按你这个。如果照法官一项的标准，就是这就是用，因为对个人嘛，是实务上是这样子吗？是不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实务上的部分，如果有这样子的个案的部分来讲的话，委员刚才您所提到的有关法官去认定64条这边相关条件是不是尽力清偿的部分，其实我们在应行注意事项27点里面，
我们有规定到了好几个详细的项目，让法官去做一个在这个案上面的参考。那你能不能实务上跟我说明？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欠了卡债，我跟我的太太每一个人每个月收入就是35000块，住在台北市。是，好，那我依台北市的标准，我没有资格去申请低收入户嘛？因为我们加起来就7万块了嘛，一个月嘛。是，好，那我们有两个小孩，所以加起来本来如果是62176，比这个低的话，就有资格去拿到低收入户的生活津贴、各种补助。但我没有，我没有这个资格。好，那如果今天我要来清偿的话，我来协议的话。那实物上面会是35000加35500变成7万块，去减掉62176等于7824，哦，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低收入户的资格，我们没有任何的津贴。可是如果就用那个生活贫穷线来看的话，我要在62176以上，所以我7万块扣掉62176，剩下7824，这就是我最大的诚意。好，可是如果看个人的话，就是35000块去减掉15544，变成19456，那你实务上会用哪一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来讲，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是，就是您刚你们有规定到这个吗？这个其实就给法官在这个个案里面看到该地区这个地区的部分来讲的话，大概相关的生活情形没有规定嘛？是，所以你们都是看个人嘛，在个案的部分，但是在。我们认定低收入是看家庭。我如果我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工作，我如果是单亲，我带两个小孩，我这个15544是要乘以3的，对不对？那我如果领的钱，你要我个人去算的话，你就会很荒唐啊！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你听得懂吗？四个人。里面有两个在工作，两个是小孩。如果我用家户所得去算的话，我只有7824的还债的空间。更何况，我还领不到政府的补贴哦。为什么叫低收入户？是因为我如果不补贴他，他没有办法生活了。所以我要补贴他的健保费，我要补贴他这个，补贴他那个。补贴他的孩子的学杂费，那我超出这个标准，我没有补贴了。我的这样子一扣下来，我的生活负担要比低收入户负担更重。然后你们在算的时候，你还不看我的家庭，你看我个人。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说，那法官自己要去衡量，我就问你嘛，法官有那个时间跟力气去衡量吗？跟主席、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刚才跟你讲的27点的部分，其实法官这时候就债务人。然后他有多少的收入，他要抚养多少人，必要生活费用部分这边也都会扣掉。那都扣掉了之后，接下来才来看，如果他没有资产，只要他剩下的1/10拿来清偿的部分，我们就把他当作经济清偿。那为什么不能把他定的标准更明确一些？是，我们都假设法官会很认真，然后会花很多时间，然后去反复的了解这个债务人他的状况，但是。这么多案件，你们也很清楚。法官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那么多时间、那么大的力气去了解一个人的状况吗？所以这个，我们都你们定的这个注意事项，要求法官去调查。那法官真的会去调查吗？你摸着良心啊，秘书长，你摸着良心告诉我。一般都会啦，只是说一般都会比较会有会调查到什么样的程度？好，我们就假设好了。就用我们各县市的，以台北市来讲，我们就用62176来算。那我们希望他能够更生，希望他能够站起来。我们不能假设这些债务人都是挥霍无度，在现在低薪化的这个社会，他们其实要生活，他们可能必须要依赖这个举债，好，寅吃卯粮啊，这个没有办法了。然后我们把他要他还债，把他拨到到那个贫穷线，你觉得他有办法在没有政府的津贴的状况之下，他有办法脱贫吗？对不对？他其实只是一个恶性循环嘛。我们抓的那个线是一个最低的线，然后我们对他的期待是要
他陷入贫穷的状况，然后想办法还债。我们其实都先去假设他就是挥霍无度，他就是不晓得。其实你要去想说，很多人是靠着举债在过生活，这样的比例在现在的低薪化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状况。我们为什么不能多一点的体谅，多一点的协助，不要把这些在低薪化的现在这个社会必须靠举债度日养孩子的这些人，跟那些拿着卡片到处刷去买不这个你们叫你们讲的叫奢侈品的，我们把这个画在同一条线去做处理了。我们合理的负责任的修法态度是应该要去做区隔，赞同，好不好？所以我还是最后一句话，你们要记得哦，我至少一个早上听下来，没有人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不要回去再好好的利用时间再衡量一下，好不好？跟文爸 这个部分我刚才已经答，就这部我们确实可以再考虑更弹性一点，因为在法院的立场它其实就是在平衡债务人、债权人以及债务人更生的问题，除了那个债本身的清偿问题，还有将来更生的问题啦。所以当然立法如果授权法院来处理，这个在法院这边是可以做到的，不过这个是多方的利益啦。那刚刚就刚刚这一点来看我们是同意或许可以再调一个比较弹性的，那么让这个债务人呢在不太影响债权人的债权下可以尽速脱贫啦。好，谢谢段委员。接下来我们就请游美女游委员。这个弹性安全有点像劳基法里面一直在修要弹性安全，所以这个条文也有弹性安全。好，接下来我们请游美女游委员。那我们依据到吴怡群吴委员咨询完之后，我们就休息五分钟。好，谢谢。好，那司法院秘书长哈，委员好。今天我们要处理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的修法。那当然，这里其实刚刚委员大家提到的，其实都是同样的就是对于这些的卡债族那他们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能够更生？可是事实上，就是说从这1997年通过之后到现在，显然我们的这个这个法的那个。美意呢并没有达成那其实比例是有点低的。那这里面呢，当然我想一个核心的问题，刚刚秘书长有讲，就是我们必须要债务人、债权人，那还有银行 这些呢必须要有一个平衡。但是我想这里一个根本的其实对于卡债的部分，民间团体其实它不是只有台湾，包括日本、韩国，其实大家每一年都有一个聚会。那这里有一点呢，其实是让人相当的震撼的。他所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一直把卡债认为是个人的问题，其实卡债它不是个人的问题，它其实是跟整个一个社会制度、国家的政策是有关的。当整个一个国家的社会是整个制度是一个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那这些卡债族怎么产生？那这里也跟着整个银行的政策，我这里也想要请教的就是金管会我们现在的利率放款利率多少跟这个委员报告如果是这个消费者大概是如果有担保的大概就是在 2.5 左右，现在房贷的利率只剩不到 2%, 如果是没有担保的大概不会超过 4%, 不会超过 4%。 那我们现在的法定利率是多少所谓的法定利率，如果按央行它现在的这个重贴现率来讲是 1.375%, 多少 1.375%。但是呢，我们的法律上规定，我们的法定利率是5%。就如果你欠债的话，这个是民法，对。对，这是民法的规定嘛，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悬殊非常的大。那在上一届，其实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法定利率5%降下来，这个、那我们也支持，你们支持，但是那时候金融界是极力的反对。现在就是说这个5%，我们认为应该要弹性了，就是应该配合当就是配合央行的利率政策，它高的时候它可以高低的。没有错，其实是应该要降下来。那所以你们这个要不要来修法？那另外的就是说，好，现在你们这个所谓的迟延利息，还有这个所谓的违约金，利率多少？
如果以信用卡卡在，就是上次立法院决议，现在最高不能超过16% 嘛？不能超过6%。哦，现在是15%，对，15%循环利息，对，对不对？但是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今天在缴这个循环利息一段时间之后，其实银行要自动把它转借到我刚才讲的无担保的那个。那个利息，那个不超过4%，事实上是更低的。所以无担保利息是多少？不超过多少？4%。不超过4%。那是不是所有银行都会自动转？金管会有在这一块有控管吗？我们会要求银行这样做。会要求银行这样做。那我们会看到了，但是事实上很多的，像说一些的民间的借贷呢，就没有在就不在你们的管的。因为跟委员报告，并不是所有的借贷都归金管会管，我们基本上只管金融机构。那现在很多非金融机构的借贷，哦，那是归经济部管的。谢谢。非金融机构的，那经济部今天有来吗？今天没有。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希望是说，哦，我们的民法规定是20%，就说你只要超过20%的，你才没有请求权嘛。那这个部分，这不是属于法务部？法务部有来吗？好，法务部，这部分是不是应该去把它配合？这整个现在的利率这么低的情况，是不是应该把这整个应该下降下来？这个依照民法205条的规定的话，是法定利率是20%，那超过部分是没有请求权的。我知道啊，这个是一个根据。就是一个普通法的原则，那其实在银行法这边有如果做特别规定的话，我们也是予以尊重。那至于委员的一个建议的话，我们也会再考虑。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在三个会期呢，上一届呢我们要修，一直没有修成，所以我们希望是说在这一届是不是能够把它修成，把这个利率普遍把它降下来。因为事实上呢，卡债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不对？他像曾经开过记者会，他欠了300万还到1800万还在还，还永远他还永远追不上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整个一个制度的问题，政策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那如果你说你让一个人他真的就是永远他的债务永远是一直堆上去，你想他要还吗？他也不用还了啦。那这个家庭怎么办？他就永远被追杀嘛。所以呢，甚至有的很多的人自杀。所以大家在讲说，不应该有一个人因为他的债务而把生命赔上掉，对不对？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我想卡债就不是个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整个国家政策、整个一个社会制度，甚至不应该有任何的一个人因为欠债而必须要赔上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前提。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来看说，好，今天他要进入更生为什么那么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更生呢，他这里呢，所谓的就是说，他必须要是这个依照我们的这个更生的这个债务的清债啊，这个债清条例里面的64条规定说，债务人提出的更生方案的条件是否这个是否算是已经尽力清偿？那这尽力清偿看的是什么？就是说是履行期间可处分所得减掉他的必要生活费用后的余额，那是不是已经有80%或是90%用于清偿？好，那这是在这个所谓的应行注意事项27.的第一款。那所谓的尽力清偿的标准，就会变成是说你到底。就是用你的必要生活费用来作为关键，就是你的所你履行期间你可以处分的所得，好，你所有的财产加上你的所得，去扣掉你的必要生活费用。那必要生活费用是什么？我们现在依照的是卫福部它的所公布的各县市最低生活费用的标准，也就是然后呢，最低生活费用的标准，它是根据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费支出的。大概60%来计算，所以事实上呢，这算起来，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呢，大概就是如果是以新台北市的话，大概就是最低生活消费的标的这个大概就是15000，然后呢，新北市呢大概12000，那其他的地方呢，这个这个六都呢，大概都是要就是11000到15000左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今天有一个人。他住在新北市，他的户籍在新北市，但是他在台北市上班，所以他的收入呢是23000啊，23894。那他的这个，那超过，那这个平均收入呢是23894。那他以最低生活费用的标准来认定的话呢，就是他履行期间可处分所得呢，就是23894去扣掉他的必要生活费用，就是12840啊，这个新北市的是12840。
那在他的九成要来还债，所以再乘以90%，所以等于他一个月呢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把这个扣掉之后呢，他一个月只剩下9948元。那9948元呢，我们来看看新北市，如果说 他一定没有房子嘛，所以他要去租，所以他的租金一坪呢是1141元一个月。那如果说他租一个六坪大的房间，那一个月的租金呢就已经要6846元。那我们再看看呢，他的通勤费用平均呢一天给你65块，他搭捷运好了，搭公车捷运一个月呢就要1950元，那劳保费大概要600块，那剩下 扣下来只剩下4585元。那这个呢就是他平均每天的生他的 这就剩下他的餐费，所以他一天的餐费只有114元，114元是一天三餐的费用。那他不能够生病，不能够有任何的意外，不能够买任何的东西，不能够有任何的你的所有的日用品。通常我们会发现说，你的支出最大的其实不是你的吃，而是你的租金跟你的消费品，对不对？你的这些的用品，但是你一天只剩下114块，那用这样的方式去算说你到底有没有尽力清偿，这样合理吗？所以呢，你用这个所谓的最低生活的这个必要生活费用去用最低生活消费最低生活的费用的标准来看，我觉得这样的算法有问题吧，是吧？可以再考虑弹性了。我刚刚特别报告啊，这个确实哈，这个生活条件各方面呢千差万别的哈，我们必须要以我刚刚提到的，就让债权债务平等之外，能够让债务人呢能够更快速的有机会的更生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再来看看。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硬性设定的。当然有的凯债族他可能是买奢侈品，然后呢，当然我也曾经遇过呢，就是说他让孩子去受最好的教育，然后甚至把孩子送出国，他欠了一堆卡债，然后告诉我说他没钱还。但是有的卡债主是根本他已经是缩衣节食了，但是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利息不断一直累计，然后吃一点利息违约金一直卡上去，所以他再怎么还都没办法还。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能够，对不对？我们刚刚所讲的，他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整个社会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是不是我们能够以更这个宽容的一个态度，然后更以个别的个别去看的方式，更有弹性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同意。 好，谢谢。好，我们谢游委员。接下来我们就请林德湖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吴怡群委员。在吴怡群委员发言之前，他发言完之后，我们会休息5分钟。那休息之后，我们会直接进行先处理提案，以利我们今天的会议的进行。以上。好，谢谢主席。我在这边要再一次来请司法院的吕秘书长哈，能够听听卡债族的声音呐哈。我在11月17号也开过公听会，那当然那个我们邱厅长也来参与哦。那今天看到我们司法院的一个给我们的意见，全部都几乎不予修正的意见居多了哈，看来还是蛮失望的。我们的案子里面，其实卡债族自救会里面，有一个老师他借300万，因为哥哥要到大陆投资，所以用他的名义去借钱。借了之后他还了800万，结果他现在还欠1800万。你说这是不是制度杀人的问题？这绝对不是他不想还，而是他已经还了800万了，已经超过他原来借的款项了，结果制度让他一直还不完。所以我们不该帮他们解套吗？难道他们就要把他逼死，然后把他们逼到绝境吗？还有陷入贫穷的漩涡吗？这又是社会问题了。所以我想我在今天早上在提案说明的时候也提到，日本的再生的这个通过的比例可以到85到92%，破产免责的有到97%。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在制度面帮忙一下，我们能够让这些真的弱势的不要一直陷入贫穷，更可悲的是无望没有希望，然后也可能会逼到他们绝境。然后所以我要请李秘书长真的回去在整个司法院的态度上可不可以再做一些调整，不然我们真的会
觉得怎么司法院还是铁板一块，完全没有办法松动，那让我们这个卡债组真的会陷入更恐慌跟更无助的一个状态。跟我们报告就这一点呢、啊司法院不是铁板一块，我刚刚也特别报告，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确实可以再弹性的来处理哈，尽量让在这个债务人、啊、卡债组有翻身的机会。是，我就是希望秘书长这边真的能听到卡债组的声音。那另外当然卡债自救会也针对比如说你们台中的地院好通过比例非常非常的低或根本不审查，这也有区域性的问题哦。所以我想这一并都请我们司法院能够带回去一并来检视好不好。我们太过于给法官很多的自我裁量权，可是如果他不处理或是他不友善，真的会把这些卡债主也都会 逼到绝境、啊、所以我想一并来请求我们司法院这边来一并考量、哦、谢谢。那我接下来要问的比较是我们金管会副主委正副主委这边哈，因为我想请问刚刚因为到卫环委员会去啊，所以我可能没有听到前面的委员们的质询啊。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卡债族啊到底人数有多少？你现在有没有明确的资料？对，对我还是跟委员报告，就是刚才如果你统计这个数字，如果现在在使用这个循环信用额度的，大概刚才委员说有六十几万人了哈。委员说的不是你们说的，我们这边，你们这边没有统计资料吗？哎呀，我来看，来，我这边手上有你们给我四月份的统计资料哦，提到的是说，你们在1995年到1105年之间哈、哦，向银行申请这个债务协商的啊、哦，有27万啊、哦。那1997年到1105年之间呢，因为消债条例的通过啊、哦，申请协商前置的有19万了、啊、哈、哦。那总金额大概2462亿左右啊。那协商前置没有成立啊、向法院申请更生的有4万人左右哈、啊。那申请清算大概7600多人。哦，这是你们提供给我的数字啊、哦，可是还是没有告诉我卡债到底有多少人。对啊，这好吗？到底是27万呢，还是19万，还是两个加起来46万？没，声音。对不起，那跟委员报告，其实所谓的卡债族，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统计的人数，它的原因是因为是说它是变动的。哦、所以我们只能说以参加协商的人数来作为他可能是卡债主，因为就好像一个人生病一样，他要到医院去挂号，我们才知道这个人确实得了流感、哦、那至于其他可能有动用循环信用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我们未必就把它界定有卡债主，所以我在我们的统计里面，所以你们对卡债主没有定义，可是我拿到的是1994年，其实金管会曾经公布我们卡债族有52万人。那他当时的定义是说，信用卡、现金卡还有信贷等债务人哈，逾6个月以上无法依约缴纳还款金额或最低应缴金额人数来定义卡债族。当时1994年是有这样的定义，可是你们现在是没有定义的，所以就完全没有数字可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参加这个所谓银行工会协商机制的这些人数来作为我们了解的，因为这是确实可以掌握的，因为事实上很多数字其实是不是 有很多黑数咯，他可能跑掉了，确实也有部分失联的、哦、那这些数字到是不是能够真正代表全体的族群，我一般来讲以我们就是能够处理能够真正去接触到个案的就是有参加协商的人数。我有几个疑虑，就是说其实银行现在很多时候会把不良资产哦转卖给好、哦、这个所谓资产管理公司哈、哦、那转卖出去是不是就因此这个数字就不在你们掌控了，也不会吗？还在你们掌控中吗？针对信用卡就是所谓卡债的部分，我们后来有规定它是不能转卖的，不能转卖。那纵使说转卖了以后有相关的争议交就是在催债的过程有他，我们是要求银行要把这些债权再买回的，所以很多过去的所谓对卡债族的一些社会上所认为说不公平的地方，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尽最大可能来去做适当的保护。是吧？我觉得今天时间的关系、哦、我又非本委员会的委员、哦、所以我的时间蛮短的，可是我想是不是也请副主委再确定一下你们对卡债的定义、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潜在的
也许就会风险啊，你说哦，他挂号了才算哈，可是他可能是风险的，你应该要做风险的管理啊。那当时九十四年对卡债的定义，好，卡债组的定义其实是有定义的。如果照这样的数字，你们的联信中心、联合信征信中心应该有相关资料，都可以汇报到金管会来做了解的、啊我。我们在努力，是不是在整理一个数字让委员来参考？对，因为我觉得你们一直都。没有很清楚的事。我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当初这个卡债问题，所以那时候有做一个专案的一个统计。对啊，这个人数现在因为时间的变迁，有些已经解套，有些还在沉沦，所以这个数字是变动的。对对，那我们再整理一个比较新的数字，让委员来。你们应该先定义，这上次我已经问过你们金管会主委了哈，那定义没出来，所以你的数字一直就出不来。那我觉得那个黑数太多了，应该是要让我们先做预防。我很希望是金管会银行这边可以先做预防的工作，而不是进入到后面。可是你们如果这数字都没办法掌握，怎么做预防的工作呢？那另外还有一个，对不起啊，再给我一分钟啊，主席。最近啊，这个暴力讨债的事情哈、啊，哎，蛮严重的。这就是卡债延伸另外一个问题，就我刚刚提到的，银行把不良债券就卖给了资产管理公司，然后他们用资产管理公司又分一级、二级，然后有些是暴力讨债。好，最近是一个统促党的哈，他用暴力是竹联帮哈这个系统在暴力讨债，请问一下你们怎么遏制这个暴力讨债的情况？就是我跟委员报告，现在银行啊关于这个卡债这一部分啊，这个催收部分都是要自己来做的，他是不能委托外，可他委外啦，没有不行不行啊，不行，那他这是纯粹暴力讨债。跟委员报告，纵使他委外，还是回到一般对于债权人保护跟民法、刑法的相关的一个规范。他如果有不当的催收的行为，不管他因为委外其实，他已经委外了，他权利主体跟利益跟危险都精准。我跟委员报告，如果有这种个案，你交给我们，我们就报那个警察来处理啊。这是不允许的行为了。是，其实本席也有制定了一个债务催收法哈，已经成案了哈。我们希望今天这个消债条例 3.0 成推动修法之后，接下来债务催讨的部分哦，催收法的部分也能够来制定，让两个哈，就是你们金管会跟内政部作为主管机关，一个管这个银行的一些行为，一个管暴力行为哈。我想我们继续来努力，不要让这些暴力的追讨，让我们这些民众哈真的是处于恐惧之中哈。谢谢。吴委员，接下来我们休息哈，休息五分钟，待会我们直接进行处理提案。
现在继续开会。那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请宣读提案。提案 A， 为便利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就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后续审查，原建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就卡债族之相关统计资料，诸如卡债数额集聚与人数，与金管会之因应对策提供书面报告，供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所属委员参考。提案人李俊毅、蔡玉宇、尤美女、段义康、钟宏照。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各位委员对于提案有无异议？好，那金管会有什么？好，我们就是书面报告尽快来提出，我们配合办理。对，我们希望你们是除了银行端，包括资产公司的卡债主，事实上他们都一样的，有没有办法？这跟主席报告。对，资产管理公司不是我们业管的范围，所以我们没有它的统计数字，我们只有管金融机构。那如果是金融机构所属的资产公司呢？对，如果是所属的没有问题。好像第一银行会有第一资产管理公司嘛，还有台湾金联。事实上我希望你们是尽量的把它的数字抓出来，因为事实上如果你们只处理到银行，还有很多黑数是你们没办法掌握到的，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尽量去掌握。好，谢谢。好，那我们提案通过，接下来继续询答。那下一位请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好，没关系，调整一下。那杨政武的部分要恢复。好，下一位请林维洲委员发言。好，这个今天要审查的这个相关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部分修正条文，好，修正草案看起来还要从这个临时提案来看，可能还要补充更多的这个关于卡债数额集聚好，还有人数这些相关资料，我们才比较好来做一些判断，就是说在修法的时候当做一个依据了，所以这个也请金管会这个下一次要注意，像这个修订这相关法律必要的资料了，很核心的资料一定要有这个书面的提供了，否则这个立法的品质会受到质疑，所以请金管会下一次要改进。那我今天主要来请教秘书长了，好，关于国民法官草案出来以后，你们草案已经出来了嘛，现在立法程序进度稍微说明一下，你们的进度到哪里？我们现在正在办说明会跟公听会，我们希望看在一月以前先会选法务部，那希望在二月的时候，二月下个会期可以送到大院来审议。所以是下个会期了哈。对，公听会会办几场呢？公听会办三场。主要是针对哪一些？在哪里办？台北针对哪一些对象？台北、台中、高雄，公听会是开放的，就是司法院来主办。对，法律界的、审检、辩学、社会的都，对，司法院都邀请。对，都邀请。对，审检、辩学，还有其他的不是读法律的。对啊，要因为国民法官，你们最主要就是要在法律体系以外的人要让他参与，那你公听会不让他们参与，这很奇怪哦。对。所以是开放的，那个公听会是很开放的。我想你们要加强这一部分呢，公听会邀请的这个员额的这个部分，既然我们国民法官草案出来，将来就是希望非法律专业的人进到这个体系来，跟法官一起去审判这个比较重大的案子。那你公听会当然要让更多这些非法律出身的领域的人来参与，这一部分是提醒你们一下，这个公听会的过程
啊，让他们多参与，你才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呢、啊。是，跟委员报告，除了这个公听会以外，我们另外哈，也会先规划针对这个一些团体哈。那譬如说像医疗的团体，像这个工商业界啊，劳动团体，这样来做比较大型的说明会。那这个说明会当然是针对司法改革的相关的项目，不过这里面我们都会将国民法官这个制度呢作为一个报告的重点，这样子。对，这个哦是很重大的变革了哈。是。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对于我们的司法体系来讲哦是。哦，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哈、哦。那我们当然也很担心啊、哦。现在草案出来，虽然它有重点，有十个重点哈、哦，我就不一一再念了。我现在主要就是提出质问哈、哦，那你给我们做一些回答了哈、哦。是。这个版本出来以后，评价两极了哈。哦，这个有，当然有论者认为此种制度是司法院为了摆脱恐龙之名了、啊、哈，找国民进入审判阶段背书了、啊、哈。秘书长，请教你啊、哦，司法院将执行这个国民法官参选制度，你基本上你认同吧？我非常认同。你个人的以你法律的了解，我非常认同。各国制度的了解来讲，现在先。比较先进的或者是比较完整的法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采人民参与审判，几乎啦，几乎没有。好，只是模式不大一样。模式不一样哈、哦，这个是法官的这一部分，但是法务部那一部分呢，检察官起诉品质的管控这一部分，有在这个这一次司法改革的范围里面吗？这个当然，如果在今天法务部有没有人来？今天有吗？还是可能？不够了解还是怎么样？法务部的部分在这一次司法改革，有没有最主要的几个重点？那因为我们知道嘛，哈，那个司法官包括检察官跟法官嘛，法官的判决的品质，哈，这是一部分嘛。那检察官的侦查过程的品质以及他这个起诉。的品质啊、这个也是司法改革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啊。是，当然之前被质疑的也这一部分也是很这个主要的一部分、啊、跟文报，这次在国民法官制度之下，检察官的他的起诉呢将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OK， 好。对，因为我们才卷证不并送啊，就是好，针对很核心的部分哦、啊，就是终局评议了哈，由法官跟国民法官一起参与，哦，那他们对于这个陈述事实的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科刑意见，哦，都一起参与。不过这里面好像规定说，不管是有罪三分，要经过三分之二或科刑要过半的票数当中了哈。将来你们的草案，依据你们的草案哦，要投票嘛。好，有罪的话是要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官同意，科刑的话要过半。但是还有一个规定啊，他留一个尾巴，就是说其中至少要一票是来自职业法官。这样的设计会不会架空这个国民法官的这个权利啊？跟还是不太一样啊。跟委员报告了，其实这个用语呢，我们。经过这个初稿公布以后啊，听取各方意见，我们将来会调。为什么要下一个这样的至少法官？因为三分之二，先就有罪无罪，三分之二呢，一定要有国民法官嘛，因为国民法官有六个嘛。OK， 所以不必特别规定，至少要有一名国民法官。六个国民法官，然后专业法官是几个？三个。好。啊，所以其实这样的用意只是代表说，将来有罪无罪还有量刑呢，希望获得两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素人的法官跟专业的法官呢、啊，他们共同认可的标准这样子、啊、所以不过要注意哦，这个你这样子的在这个里面哈、哦，关于投票哈、哦、通过的规定，你。不能违反前面哦，像第八条，国民法官之职权，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与法官同。当然，本法另有规定，你就把它规定在里面了。
事实上他们是不同的，还是如果就这一点来讲，跟文报其实是相同的。就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因为国民法官有六个嘛，所以不管你是三分之二的定罪，二分之一的量刑哦，都会有国民法官，所以条文才会特别加一个要有职业法官呐、啊，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他并没有说，这个法官呐、啊、有优于国民法官，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个用语引起一些外面不同解读啊，我们在将来会把它会不会自相矛盾哦？因为你们在第八条就规定说他们的职权是要相同的，相同的，但是你在投票的时候却有保留说一定最少要一名职业法官，那、啊、这样子算职权相同吗？你要不要自会不会自我矛盾？其实那个条文可以改成说，至少要有一名国民法官及一名法官。哦、是啊，我现在你们要去斟酌這個、啊。其实意思一样的，是。哦，是好。我们希望哦，这个你们的法案可以更周延的提出了哈、哦，提出之前就要很周延的讨论了，充分的讨论。是，因为这个对台湾的司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然后很重要一点，我也要提醒你，就是说。好，不管开公听会或是开说明会，哈，让更多人参与，就是说这个过程，哈，让社会知道，好，我们正在做，对，然后要充分的这个披露啦，披露那个过程，对，好，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我都不认为，因为这个重大的改革了，好，也不用太急切。因为你这个制度一设下去，就是三十年、五十年在适用哦，这个几十年适用了，哦，那集一个会集两个会集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吗？对，哦，我不认为啦，哈、哦，你认为，不是说啊、因为二零一八要选举了，哈、哦，大概赶快来弄几个法案出来，这样子的想法、哦，这个、周到比速度更重要了。我们是很担心呐、啊，就是在形式主义拼业绩，我、哦、通过了什么，通过了什么。啊，结果呢？品质不好，这个反而造成大家对司法更不信任。是，过程当中充分的让民众知道说现在正在做什么，而不是突然跑出一个法律出来，然后突然通过。对，这个时候我们很担心的。我们现在立法院常常这样搞啊，你知道吗？哦，突然就通过一个法律，然后临时会加开，哦，不用经过委员会讨论。然后就直接通过一个法令，你觉得这样子通过的法令会品质会好吗？然后民众会买单吗？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哦，这个法律的适用是很长的，尤其这个是制度核心制度的更换，那更要慎重。是哦，我不认为说一定赶着说哪个会期一定要通过了哦，请你们哦。甚至加开公听会跟说明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民众都知道说，哎、欸，我们现在政府、哦、司法体系、司法改革正在一步一步的要做什么，让大家都有最少不要说投入了，最少那个资讯、哦、是跟得上。有，我们会透过、哦、这个部分很重要、哦包括法院的与民有约啊这些活动，不然很到时候。我们努力了半天，立法院很努力，司法院也很努力，然后老百姓感觉说，你们怎么突然冒出一个这个叫做国民法官的制度出来？这个法案即使大院通过，我们还是要有一段的时间啊，让所有的法庭活动的人还有国民了解，所以还有一段宣导期啊，这跟其他法律不一样。我建议啦，对，最好是在进到立法院之前。哦、会做，你知道现在我们立法院常常有这种状况，进到这边来哈，就稀里糊涂的就会，好，就很容易这个有各种因素了哈，其实朝野互信很不足啊，这个执政党认为在野党都在背锅，所以只好强行不复委，然后直接表决通过，哦，这样的情形屡次哈一直在发生，那这样的品质绝对不好了。哦，这个朝野都要共同去面对这样的形式主义，通过什么通过什么，但是品质事实上不好，没有讨论怎么会有品质嘛？哦，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希望你们在进立法之院之前呢、啊，多做一些啦。会好、哦，好，谢谢。嗯，谢谢会。好，谢谢林委员。那下一位请杨正武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先进，我先就叫一下金管会。今天我们在审查这一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的这个部分啊，我想整个氛围是大家都很替这一个卡债族来设想，我想这是对的哈，因为从你们提供的相关数字来看，在2008到2015年之间呐，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的成果应该算是非常好哈，在通过了之后，这八年来申请案件的成功比率大概都有70%以上。那免除透过清算程序免除债权的案件数也都有2000多件，成功率高达了将近90%。我想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正面的数字啊，这也代表了说很多的这个债务人啊不会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那有了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很多的个案当中，当然有恶意的这个债务人，但是也有很多是迫于无奈的债务人，各种种类的各种原因的各种背景的都有。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本席也非常支持。那我想先听听看金管会对这一次修法，非常简单的告诉我，这一次修法让这一些债务人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获得协助的空间，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跟委员报告，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就是支持这个行政院跟司法院所提出来的版本，因为在这版本里面，好，已经做了一些权衡的考虑。好，谢谢。那本席再就教一下。你们支持的基础是什么？是只有过去成功的案例，还是说你们有很多明确的数字？刚才我看到本会委员也有提到临时提案嘛，那希望你们就卡债族的人数啊、数额集聚啊什么这些提供。那我也看到有其他的委员有在质疑说，你们连卡债族的定义都不明确。那本席在这边要提到的是什么？事实上本席以前年轻的时候，周边很多朋友啊，也都是曾经陷过这个卡债的，啊，我还好，我比较幸运，都曾经陷入这个卡债族的这一种循环当中，陷入这个循环当中。所以刚才你们在讲这个卡债族的定义哈，事实上很多人呐，他是不敢或不愿意到法院去申请协助，好，所以你们是以有申请这一些进入程序当中来申请的，才当作卡债族。事实上，这可能跟实际的数字会有很大的落差，因为当你这个没有修之前呢，这一些人第一个他视此为畏途啊，或者是碍于种种原因，或者因为基于什么脸面颜面，所以他不敢去进入这个程序，所以就不纳入你们的这一个计算的基础里面。所以你们的支持，在我看来，仅止于过去这些成功的在你们定义下的案例而已，这是远远不够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不足的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假设按照这个版本通过以后，我先声明，其实本席是支持这个方向的，我也希望更多的债务人能够重新站起来，在合理的情况下重新站起来。但是我没有看到作为金管会这个金融主管监督主管单位，如果这样的方向、这样的这个条例修正过了之后，对国内银行，也就是普遍最常见的所谓债权人，现在债权人还是以银行为大宗嘛，对不对？那这些里面呢，对银行来讲的影响有多少？譬如说，它的预放比、它的现金周转率、它的放贷意愿，这一些会不会有所变化？如果说目前这些卡债族这些金额，它所能够产生的这个修法过之后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那当然我们乐见嘛。那如果说影响数额是比较大的，那会不会对这一些造成影响，又国际上在这一个方面的相关比例跟它的那一个我们叫比较基准又是什么，这些我们都看不到。那作为一个金融主管单位来讲，你不觉得你就这样子就说你支持这个方向，作为一个主管单位来讲，这样子有点不负责任，太轻率了吗？不，跟委员报告，这就是我刚才在讲的。我们支持的理由就是说，在这个条例里面已经横平的考量对债务人跟债权人双方的一些权利义务跟将来更生的。你横平的考量了它是相对的权利义务，但是在双向都没有足够的数据，或者双向都没有这些我们所要的这一些基础资料来支撑嘛。所谓的横评只是基于大家尝试上或专业判断上的一种横评而已，并不是科学上的一种横评，这样讲不过分。
所以我想除了刚才这个临时提案之外，就本席所提出来的这一些债权方向的基础数据能不能给予提供？就好像刚才临时提案里面除了这些统计数字，也有一些分析报告，我们都会一并提供。一并提供，不是只有债权债务人的哦，是包含债权人的这个部分。好，我们一并来提供。好，一并提供。好，谢谢。那我想这样子才会让这个修法的品质更好，这个整个修法的这一个过程也才会更顺。谢谢金管会，这个也算是从善如流了。那我想这是基础数据的必要性。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教一下司法院的部分。委员好。这个秘书长，本席在这两个会期在司法法制哈，坦白讲哈，见面最多的就是你了哈。这个你也算是本席觉得说蛮温和务实的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在这个你知不知道国内有很多这个很多平台网络平台啊，都是写靠北什么靠北什么，对不对？有没有看过类似的这种网络平台？有啊，有啊，有啦哈，不管什么单位几乎都有。那有没有我们司法体系里面的有没有看过？司法院本身有提供那个法官论坛，那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也有一些法官，几位法官他们有兴趣啊，外面也成立了一些这个平台网络的。我之所以这样子问的原因哈，因为在过去我们在本委员会里面也提到多次关心的这些法警或一些低阶的这一个同仁。他相关的权益啊，譬如说他的能力够不够，包含法警的值班费，上次本席也跟秘书长这边有讨论，包含他的值班费这一些，相对越低阶的这些公职人员哈，他其实很多管道就不是那么畅通，虽然形式上都有，本席在这个委员会多次跟我们司法院还有法务部讲到说，所谓资讯透明的这个概念，我一直强调资讯透明的概念，就像您刚才讲。刚才林维洲委员在问说有关相关议案的时候，你说啊，你们都会透过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叫什么日，跟百姓接近的那个叫什么？与民有约。与民有约之类的，其实这个哈已经是很传统的方式了。好，本席多次提到，其实在过去几年，行政院坦白讲，在资讯公开这一块做得不错，但是其他各院还是基于一种传统的心态在保护这一些资讯。很多资讯都还觉得仅供参阅，但是不主动提供下载或者是什么这些服务。好，那当然这一些宣导的方向或宣导的方式就更传统了。那我们回到我想问的哈，这一个在这些基层的这一些平台里面啊，像其实也有啊，不是只有司法院，各单位都有。那司法院就有像什么靠北法官、靠北书记官、路士马西郎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笔名哦，不是不是，它不是笔名，它是一个平台。平台我不知道，没听过哈。但是秘书长，我跟你报告一下哈，你没听过，但是各级法院的政风人员倒是很关心呢、啊。各级法院的政风人员倒是很关心呢、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哈？事实上呢，我也不认为这些平台或这些论坛或这些网络的群组里面，他所言就必定属实，未必。也有些是恶意攻讦，也有些是无中生有，但是我们也的确看到有一些或许真的确有歧视，不能完全否认嘛。好，网络的特性它就是这个样子，对于一些没有很涉及恶意重伤或者是达到这些犯罪要件的，我们一笑置之；对于我们真的有不对的，我们就去检讨，这是应该基本的态度嘛。那当然、那当然。但是您知道吗？各级法院的政风单位对此非常积极，你有听说吗？没有，如果有，我会要求他们要没有听说哈言论自由。我想这样好不好？秘书长，您的态度我非常认同。如果有秉持我们刚才讲的态度，如果说没有达到逾越这个法律的界限的，我们一笑置之。如果确有歧视的，我们就改进嘛。那当然。但是我们就知道在上面有很多反应啊，各级的政风单位甚至去约询当事人啊。甚至还整台人家的那个电脑拿去啊，查他的这个浏览记录啊，甚至约去喝咖啡啊，那是不可以的、啊。那是不可以的嘛。是、啊。好，所以本席非常谢谢秘书长明确的在这边做一个回复。好，所以我希望秘书长回去之后去了解看看，如果这些都是网络上的留言，那么我们一笑置之，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如果有本席刚才所发生的这个现象。我请秘书长
要严正的督导这些所谓的政风的同仁，一定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法务部啊，在今年刚被监察院给纠正过，对不对？说他的这一个廉政的政风人员，还那个在什么监听啊各方面上面逾越了这些分际。我想作为司法体系，你们的政风人员更要严守这个分际，好不好？当然。好，谢谢秘书长，谢谢。好，谢谢杨委员。那下一位，请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请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不在，请张廖万坚委员。张廖万坚委员，张廖万坚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请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好，现在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张廖万坚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好，那我们今天的。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那本案会再另定期审查，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